好，那请大家先就坐好，我们的那个录影设备已经修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继续开会。那请大家请坐，我们现在请萧美琪委员咨询。好，谢谢主席，请部长。请叶部长。萧委员好。部长好，台湾社会哦，大部分人熟悉的借贷模式就是透过一般的银行、商业银行哦，但是在台湾许多比较偏僻、比较辛苦的这些地方哦，一些中下阶层收入比较少的人，却是依赖一个储蓄互助社的制度哦，用相互的日常的储蓄来做相互的彼此的一个保证哦，那让一些弱势的族群哦，在不时之需、特别困难的时候哦，可以做没有担保品的情形之下哦，可以做小额的借贷，那他们能够做这10万、15万的小额借贷，其实就是也免除于他们转向地下钱庄借贷的一个困境。所以这样的一个制度也行之有年哦。那我国也在1997年通过了储蓄互助社法。那这样的一个机制，可能你们在都市里面比较没有感受哈。可是我们在花莲有好几千个社员存在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机制的存在俗称穷人银行。那么在孟加拉也曾经有这个 Mohamed Yunus 他也因为推行类似的一个制度而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是现在来到台湾，这样的一个制度是否能够永续的延续下去涉及到去年通过的储蓄互助法第7条之一的一个怎么协助这些余裕资金保管或者是存放于银行金融机构的制度。那就针对这个问题我已经多次也跟内政部还有其他的金融机构召开相关的协调会，但是一直没有办法去解决跟克服那金融机构都是从本位的商业角度来思考，超过3-500万的存款他们要么就是不收，不然就是用非常低的这个利率让储蓄互助社们要将余裕资金，而且现在全国加起来应该是有100亿以上的余裕资金存放在金融机构，产生了很严重的一个困难，而且它因为完全没有利息，让这些社经常性的运作也陷入了困境。所以我想作为储蓄互助社的主管机关，内政部有责任要来更积极的协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办法顺利的协调相关的金融机构允许更大额的这个存款，或者是一定可以稳定基本运作的相关的资金这个整个制度恐怕就会这个毁于一旦，那是非常可惜的，因为它在我们社会上还是扮演一个及时救助的一个角色那是不是可以从内政部这边里面来编列相关的一个预算来做支应如果这些金融机构没有办法以他们的商业逻辑来去处理的话，那是不是我们主管机关这里也有责任来协助这些相关的机制让我们的台湾的穷人银行不要在孟加拉它是得诺贝尔和平奖，可是来到台湾是却是变成没人管的一个机制。这个储蓄互助会这样的制度有如您所讲的背后的那种社会融资那样的一个重要的功能。那我们处理的方式啦那当然尽量去能够协调公股银行，看能不能处理，能不能吸收啦，那也做过这样的协调。那这个方向是不是委员跟我们都一起再继续努力看看那如果这个部分不行的话但我们现在不方便马上就说出口说怎么马上从内政部经费怎么样，但是如果能够再继续努力看看这个再继续努力，但是在那个如果是真的要用这个我们的预算去补的话那
这个我们还要再研议一下了哈。但是我们了解，我们了解那个需求跟那个背后的意义。我想这个修法是去年初哦就已经通过，那政府有责任来建立一套余裕资金的保管跟制度哦，所以我想还是需要期待主管机关更积极哦，因为协调相关金融机构大家都很努力哦，我们比较积极一点来争取呢。但是已经一年半了，这个问题还是未获解决。对，好，那部长是不是有一个时程哦，可以来给我们让这些已经多年来好不容易建构的一个稳定的社会救助的机制能够继续的维持下去呢？我想这个还是利用一个来成立一个小组来积极的研议哈，然后最重要还是要这里还是要行政院支持才有可能，所以我们那部长，所以我们来努力看看好吗？积极的来跟行政院争取支持。对，我们来努力。涉及到其他相关的金融机构他们的权责问题，也积极的由行政院这边来协调哦。对，现在几个面向上还是同步来努力看看了哈。好，那另外要请教哦，在去年的政府哦，原来由透过农委会本来要提出这个农发条例18(1)的修正哦，那限制这个对于农舍新建哦提出更多的限制，尤其是对于这个新建者的资格的认定。那当时内政部就配合农委会所提出的修法哦，你们也修改了农舍的新建办法，但是后来农发条例并没有修正，因为它有太多的争议哦。那今年农委会也已经撤回相关的一个母法，但是因为你们这个农舍新建办法是针对这个新建人的资格来做认定，也就是他是不是农民，那他因为有很多的 gray area， 你也知道，包括前行政院长张善政，他也自称是假日农民，他也买了一个农舍哦。那有一些准备要退休的，回老家要准备种菜的，算不算是农民？很多资格的认定在你们的办法里面是授权给地方政府来做认定，但是现在问题来了，有些地方政府他没有那个能力，或者是他的人力来做这个资格的认定。像以花莲为例哦，这个相关办法通过以后，他一个都不审。他一个都不省，就全部停摆在那里哦，造成许多老农哦，他年纪大了，他的资产要去做交易哦，或者是也许他家里的年轻人不愿意再回来哦，而衍生了许多在交易上面的困境哦。那所以当然对于农地农用的这个精神的维护哦，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兼顾许多偏乡农村的发展哦，对这个问题应该要因地制宜。我一直主张这个交易不应该是对人的管理，而是对地的管理。我们怎么确保这些地不会污染到其他的农地，而且是例如说有良田，甚至连盖都不盖，不管你有没有取得某一些特定人士的资格。所以用一个人的资格的认定来准或不准他可以进行农舍的这个新建，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确保我们所谓农地农用真正去落实它的精神。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对地的管理，而不是对人的管理。所以这相关衍生的问题，我希望内政部能够好好的来检视一下，因为农发条例相关的旧的这个修法的提案现在也已经撤回了那你们是不是这边也能够同步再做一些检讨？跟委员报告了，这当然牵涉到一部分是跟内政部有关的，不过连即便是内政部这边的在处理的时候，那相当程度内都会配合农委会那边的机制哈。那包括你刚才讲到花莲的这种情形，许多的具体的认定恐怕也都是农业部门的认定哈。对，但是这个办法是你们颁布的。对，但是内政部时常扮演这样的角色，就是说协调相关部会，那很多是我们颁布，但是实际上在推动的时候，确实是需要再多一点这方面的嫁接跟协调不是内政部这边完全就能够处理，这点也要反映。既然你们也颁布了这样，我希望你们能够去做一个检讨，因为这个办法是你们来颁布的哦。那也已经造成地方在实际运作上许多的困境，甚至是有损许多农民他本身的权利，以及青农要回乡去发展的相关的机会所以我希望这个事情能够积极的来跟农委会，因为既然农委会我们在经过多次许多委员的讨论之后，其实很多委员都认为说我们要
确保农地农用的精神，其实应该是加强对地的管理，而不是对人的管理。但是因为你们这个办法在修正的时候，整个精神就是一个对人管理 的重心。我希望你们好好的检视你们内政部所主管的这个农业用地新建农舍办法，所呈现现在在实际执行上面所面临的问题。好，我们来连接农委会那边的哈。我刚才跟那个委员反映的这个，其实也是，就是说，确实是农委会那边哈所扮演的角色还蛮重要，这个也是一个会衔的。但是因为农委会的修法后来并没有获得立法院的支持哦，不过我们会从这里再来。新政府也将相关的法也撤回了，这相关的提案也撤回了哦。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更积极的来面对这个问题，因为也在许多农村也产生了一些实际的状况哦，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值得要正视的。谢谢委员，谢谢。好，谢谢。好，接下来陈欧珀委员不在，吕玉玲委员不在，我们现在请高金素梅委员质询。谢谢赵委，有请部长。好，我们请叶部长。高金委员好。部长，除了原民会之外呢？跟内政部最为相关原住民的问题，哈，举凡地方制度法、警政、消防、土地使用分区管制、建筑管理、国家公园、殡葬业务等等，这些业务其实都在我们的内政部，也跟原住民的部落是息息相关的，尤其是跟我们的生活还有产业的发展是非常息息相关的哈。本席你还记得上个会期在这边，我就原住民保留地、土地分区管制的问题。在这边有跟你提出一些交流，您还记得吧？嗯，对。好，那现在我在这边继续的来跟您提出几个问题哈。首先我要讲的是建管的问题。现在部落里面我们在推长照或者是产业政策，我们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部落找不到合法的建筑可以使用。所以呢，最近我们听到蔡总统他说他要推动所谓的巷弄长照站。每一个巷弄出来就可以有所谓的长照老人的服务站，也可以让人民对施政非常有感。他还拜托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帮忙到各地要去宣传这个所谓的长照政策，就是巷弄长照站。本席要告诉部长，总统这样子对长照的宣示，明确的让原住民变成化外之民，因为部落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合法的建筑。既然找不到合法的建筑，要怎么推动所谓的巷弄长照呢？所以对原住民来讲是无感的。然后我要请问一下，卫福部他在推动这个所谓的长照的执法的时候，一定会来征询内政部营建署的意见。署长你很好，你自己上来了，请问一下，营建署有征询您的意见吗？基本上当然啊，这个委员所关心这个我们也了解哈。巷弄长照站。嗯，你觉得蔡总统的这种所谓的有感，对原住民部落会有感吗？就是我刚刚说的，你所谓的巷弄长照，你找不到一个合法的建筑物，你如何来把这个所谓的长照建置在里头？所以署长，你有把这个意见转达卫福部吗？这个部分我想现在由卫福部在主导，那我们都在哈这个相关。不是，你有没有告诉卫福部，你如果要推动蔡总统的所谓的长照的项目，原住民没有一个合法的建物，你如何推动啊？所以要让原住民有感吗？没感，我们反而被变为化外之民。所以署长，我在这边建议您麻烦回去告诉卫福部，如果总统要推动这个，在原住民地区是不可行的，也请部长注意一下，我们来修正一下。紧接着我要再讲我下面的问题。好，原乡分布全台12个县市，内政部因为地方制度，我们把建管的问题都给地方政府。我刚刚说了，原住民分布12个县市，然后呢，因为地方制度，我们把建管的问题丢给地方政府，导致什么样呢？原住民族要推动一个政策，要面临12个不同的做法。因为地方制度，每个县市的政府的标准通通不一样，所以本席要求针对原乡建管的标准，不管是民宿的、长照站的、公共政策需要的建物，只要符合安全结构认定，
内政部，您就必须要由中央统一制定认定的标准，不能够什么事情都推给地方政府，这样子会让我们原乡地区是无所适从的。所以一个法令有十二个不同的做法，部长，你认为这是适合的吗？原来从中央地方关系地方自治它的基本精神跟地方制度法的精神，确实有些业务是应该由地方是应该由地方来推动，也表示对地方的尊重。可是地方推动在魔法里面，或者是政策，或者是政治推动的项目，内政部必须要扛起来啊。对，所以例如我讲教育的部分，以前也碰到建管的问题，所以当时李鸿源部长就推动了，我们在管理办法里面，只要是他的建物是结构安全的，我们就让他做。所以我在讲，不管是民宿也好，长照也好，可不可以比照办理？对，像类似这样，你专门对，比如说对教育，对，它是一个面向。是。那对于除了安全的考虑以外，对，你让家去了解到各种教育需求的长照的特色。那长照也是一样，对。然后包括原住民也是一样。民宿呢？那但是我们基本上对于中央跟地方的分工，这个基础的制度还是要建立还是要往这个方向。但是会更贴心、更细腻的去照顾到一些块状的业务那里面包括刚才您提到的教育，或者是原住民也是一样。那部长，我告诉您好不好？原住民因为建管不合法，不是我们不合法，是中华民国政府进来了以后，你们把法律制定的时候就让我们就地违法了，这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部长，你可能不太理解吧？就如同了解建筑法规进来没有在立法院通过之前，原住民地区没有所谓的建筑法规，是你们中华民国政府进来了之后，要让我们既有的建物按照你的规矩，你们是让我们违法的，所以以至于现在原住民部落的乡公所也好，明代的建筑物也好，全部都是违法的。所以部长，你觉得你没有责任来统一来解决这个问题吗？委员，你所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应该重视的问题。好，谢谢。那确实也是现在许多业务的推动里面，怎么样能够重视到原住民本身的文化社会结构跟他现实的需求，那这个本身就是我们应该注意。还有一个你没有讲完，就是所谓的政治承担。我刚刚说的是你们中华民国政府来了让我们不合法，而不是我故意要违法，您懂这个意思吗，部长？我了解你背后的意思。对，所以更重要的就是你内政部要扛起责任，一定要来做一个跨部会的协商，或者是把地方政府找来，您做公卿组来解决长期以来原住民的这所谓的政治以来的所谓的转型正义，这不是蔡总统一直讲的吗？既然要转型正义，从土地开始讲嘛。既然这个土地是你让我就地违法的，你们当然要有承担这个错误嘛，部长，你同意吗？是不是近期之内，对于原住民这个建物合不合法的问题，或者是你们让我们就地违法的问题，赶快来解决，你同意吗？我们往退特别尊重也特别了解到原住民特殊的状况的这个前提之下，那尤其是原基法的一些基本精神的情况之下，那努力的来协调我想这方面基本上我还是要强调，这基本上牵涉到地方制度的一些规划。部长，我刚刚就跟你说了，我清楚知道地方制度，我们来做协调。我非常清楚知道地方制度，原乡就分布了十二个县市，为什么今天在这边质询你，就是引起原住民的困扰嘛？因为我们每一个原住民都面对的是不同的县市嘛，而不同的县市有不同的做法嘛，而不同的做法不是原住民长期以来不对嘛，是你中华民国政府来的时候让我们就地违法嘛，所以部长，你不觉得你应该挑起这个责任吗？我想是没有错，我们分项，谢谢，我们分项去做，好，而且一步一步去做。近期之内，本席会召开原乡的乡长跟县长，我们一起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我们往这个方向来研议。第二个，殡葬设施的问题，内政部有第三期的示范计划，102年到105年就要结束了。部长，您知道吗？原住民跟你们汉族是不一样的，原住民是不可以火葬的。好不容易，因为我们推动了这个部分，部落里面开始从这个方向走了，然后部落里面除了走这个方向之外，他又面临很多问题，您知道吗？
来，委员来告诉我，我来了解一下。我告诉你是什么问题。当部落里面说服了我们的族人，麻烦你用火化的时候呢，乡公所还要去带他去观摩。观摩完了之后呢，回来他清楚知道这是好的方向，他开始展开所谓的计划申请作业。土地确认了之后，因为我们位于山坡地水源保护区，所以我们还要有水保计划、水保工程，把这些通通弄完了之后，一个殡葬设施的计划最起码要3-4年。所以当我们这个所谓的第三期计划它往上报的时候，你们要结束了。部长，我建议时间好，不好意思，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因为这是好的政策，我建议部长你赶快跟国发会，我相信在场的两位去执行的你们的科长处长最明白，这个不是原住民不愿意，而是我们要解决这些先期计划恐怕就3-4年了。而且第二个，文化差异不一样，原住民不敢火化，现在好不容易说服他可以火化了，这个东西以后水保啊、环保啊什么都能偷来3-4年。所以现在国发会是说要结束了，可是我们还有非常多的乡已经申请了，那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帮政府解决什么问题？土地不够的问题。所以既然这是一个好政策，部长，我要求您去跟国发会说，请他延后，好不好？对，这个计划到今年结束，但是怎么样能够，我能够再对于我们还要再进一步可以努力。这个不是只对原乡好哦，这是对台湾的国土计划好哦，这是对台湾解决了土地不足的部分哦。要不然的话，我们所有的每一个原住民都已经跌了3-4跌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再来研议争取看看好不好。我希望你把这个好的计划跟国发会做一个完整的报告，希望他在那个延续。谢谢，谢谢委员，谢谢招委，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赖瑞龙委员质询。主席，各位同仁好，请那个叶部长，请叶部长。大家好，部长辛苦了哈。部长，先请教一下哈，您知道我辖下有多少个国家公园吗？辖下对，总共九个，九个了哈。那您知道哪一个国家公园的资源最少？哪一个最少啊？对，最少。也许应该像海洋国家公园吧。对, 對, 對、哦，海洋国家公园它的今年的，就是明年度接下来省的经费不到1亿了哈，每一个都超过1亿哈。那这个不到1亿哈，而且它其他甚至于像阳明山上其他的还有增加的，但这个在减少、嗯，而且它不只是，但是你只有8个处啦，因为海洋国家公园处是管2个，对、嗯，所以说其实海洋这一块，如果我们谈的是海洋立国啦，我们台湾是一个海洋的国家，那因为部长过去对这个也都非常熟悉，环境等等这一块，我希望未来就是。部长能够大力的支持啦齁，其实我看了一下他今年度一些预算，其实很多编列的部分都还是在比较很效益上恐怕都齁还有限的啦齁。同时间我相信这个从1996年到现在成立啦齁，已经10年了，可是国人对这一块其实也很陌生，那他的效益到底有没有达到我们希望的效益齁，我觉得这个也许10年是一个可以重新检讨 的必要，但是我检讨不是不要它了，我检讨是觉得希望整个检讨之后，反而是更扩展出我们海洋的一个国家的这样的思考的国家的这种战略的方式来思考我们的国家公园，海洋国家公园。对啊，如同它的名称哦，海洋所彰显的，当然除了南方四岛以外，还包括东沙，那它确实是国家公园里面特别重视海洋的这个面向哦。那如果对重视海洋的这个角度啊，了解到海洋的这个无限的机会跟可能，这种思考之下啊，那确实是应该往这个方向来强化了哈。那只是说现在国家公园，那当然是根据它现在的规模跟它现在的这个现实的条件哦，然后来预定一些计划哦，所以未来的海洋的部分当然还有大有可为了哈、哦。我想大家可以往这个方向来思考是没有错。我想对部长有很高的期待了，因为我想部长对这一块也是比较熟悉的哈、哦。历任部长，我认为您是比较熟悉，我认为您也比较有这样的想法跟理念。那我希望未来在这一块
能够在部长任内去加强啊，就是未来不管是在预算或者整个政策的方向上，或者总体去思考，因为我现在看到几乎很多都还是在周边的这个思考，但是我觉得缺少了整个海洋上整体的整个思考了，这块希望部长能够用你的专业去带领同仁，然后往这个方向多加思考，包括预算面，包括人员的更有效率去运用等等，好，谢谢。那再来我想要直接进入到那个上次妇联会的议题啦，比较敏感一点，就是说今年其实从二月到五月的时候，其实大家委员也都一直在关心新的国会上来之后，其实大家一直在关心的整个妇联会的，包括绕军圈，包括他们的决算的问题哈。那这段期间其实也内政部也七度发函给这个妇联会啦，要求他提供相关的资料哈。那到了新政府上台之后，才正式的第一次有所作为了哈。在我看到七月六号的时候，我们正式的发出了一个对他，因为迟迟都没有任何的回应哈，所以对他有做出了一个警告的一个动作了哈。那我想从我们人民团体法里面看到，其实在第三十四条哈，这之前也讲过啊，他人民团体每年要编造预算决算报告哈，提会员大会来通过，然后到主管机关来核备了哈。好，这个部分是我们人民团体法要求。那当然，这个政治团体也是，妇联会也是其中之一啊。但是我们看，从过去来哈，先这样讲哈，在九六年之后，其实我们有为了要更明确定，所以我们在九六年有通过了一个政党及政治团体的财务申报要点哈，所以特别在明列的要求，政党跟政治团体应该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这个编列决算书了哈，然后一样提这个会员大会通过之后。然后送到这个送到整个主管机关这边来，好、哦，那但是我们发现，从九六年之后这个法通过之后，其实每年内政部大概都有去发函给，也不止他啦，所有的政治团体，所有都有要求哈、要必须要决算的部分要回报回来，可是有大概有八个有回复都回决算回来哈，我们大概可以看到那个资料哈、哦，八个，可是妇联会哈、哦、每一次都是。哦，这里我也同步，我想部长手上你也都有。每一次的部分妇联会的理由都是说，这个第一次在九十五年的时候说，去年四月已经举行过了哈，所以我们还没有开啊，会员散居在海外，所以没有办法提供。好、哦，因为没有会员大会，当然就说他没有办法做决算。好、哦，那到了这个九十七年，再隔一年说啊，这前年举行过了，那我们现在没有在开会哈、哦，没有开会员大会，所以也无法提供。在隔一年的时候说，这个今年不开大会，所以也没有办法提供哦，决算的部分也没办法提供。好、哦，接下来之后。这个国民党政府时代，干脆连回都不回的哈，直接都连回文都不回文。然后到了今年之后，我们继续追查的结果的时候，好、哦，那他到了今年哈，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五号，他回文最新的回文，还是说这个我们四年才开会一次哈、哦，那今还是没有召开，好、哦，所以我们还是没办法提供。十年过去了都没有召开，然后以此为理由就拒绝提供。我想问一下部长哈、哦，除了我们现在对他的警告之后。我觉得很有趣啊！警告还可以提出诉愿啊，那诉愿还在打，我认为这是拖时间的战术了。我想要问部长的是，像对于这样子，人民团结法上面已经有明定，而且我们在相关的规定上也有定了以后，那他如果迟迟不提供，十年时间不召开这个会员大会，那以这样为理由而不提供他的决算，我们到底对这样的人民团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处理？我想，刚讲到妇联会的情形哦。尤其是对于他的财务、啊、或者是一些财产、啊、那到底的现况，那尤其是过去绕军捐的这个部分，那立法院也有，我记得委员会也有做过决议、啊、也要我们积极去处理。那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也其实如委员所提到了发函非常多次、啊、但是每次都回函都表示没办法提供。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当然就启动了哈，也经过这么多次的那个，所以我们就启动了人民团体法的这些机制，所以我们予以警告哦。那警告当然更大的目的是希望他能够配合提供了哦，能够配合提供。那至于这个警告的现在的这个救济，因为救济已经启动，那我们就看他程序上怎么走。哦、我们未来再来配合看研议怎么样做。好，人民团体法的五十八条提到了，当然就是人民团体有违反法令章程跟妨碍公益、哦、那以过去以来这么大的一个
透过绕圈圈的，甚至于在后来，包括他到了1997年的时候，哦，妇联会都还捐助了16亿，成立了一个妇联社福基金会啊，当时的总财产还有21亿，就类似于这么多的一些金额不透明，过去到底有多少是从国家哦不当初取得的，这个部分都不透明，而现在政府机关主管机关用法令去要求他，如果他都还拒绝去把他的这个相关该至少决算，你总该提供吧，至少你的。这些总该提供。那如果迟迟用这样的东西没有作为的时候，我是希望部长要能够有更积极的一些作为。然后，我想我们的人民团体法里面，上次我也提过哈，如果他58条了哈，如果他这个限期改善哈而不改善的话，可以为左列的处分，包括撤免其职员，包括限期整理，包括废止许可，包括解散。部长有思考吗？这个可以。硬起来嘛，不然妇联会可能还以为他还活在蒋中正的时代，完全不受到任何国家的法令约束的。对，现在程序当然都在进行，我们已经予以警告嘛，哈，现在提起诉愿，那看诉愿的结果以及后续如何。但是我们也了解到，从我们的不让单人处理委员会成立之后，也有一些动作。那他也那个函请本部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料，我们也配合，所以未来有一个方向哈，是那一方面的处理。那我们都随时在我们的职权范围内哈，采取该做的作为。这样好，部长，这两个事情是不冲突的哈。这个党产那边的跟您这边的管理的，我们来看了哈。这个104年度的时候，政治团体的申报，包括中国全民民主统一会，包括甚至于这个激进车翼等等，有8个。都还有在做申报，相关的这资料都来做申报。那事实上总共里面包括他的财产很多的，甚至支出的部分才100多万，其实非常的少，在相较于这个数十亿的数百亿的这个妇联会是相当少，可人家一样在做申报，让社会让整个所有国人知道说这些政治团体他们整个财务的状况，包括他们的决算报告状况。所以这个部分包括全部的，所以我希望说，这个大概不是在下一页了哈。我也希望不是针对妇联会，我也希望所有的这些团体的部分，同样，我认为内政部都应该去要求他们哈。既然作为我们法令里面人民团体里面的政治团体，既然作为政治团体，法令上也有要求你，好，你的这个财产的部分，你的决算部分应该揭露，就应该。更何况，如果连续10年都拒绝召开会员大会，用这样方式来闪躲，让自己的整个决算不公开、财务不公开的话，不敢面对国人的话，我认为这个部分，这个内政部应该要硬起来，要有更强烈的一个方式来做。对，对政治团体的那个财务的公开啊，那揭露，这本来就是啊，本来就是这个人民团体法上的重要的精神。好，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下，哈，我们在基础之下，适时的，而且合乎法律精神的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部长，如果最后没有其他手段的话，不排除用后来刚讲那4个方式去处理吗？我们持续了解了哈，然后我们该做的我们就会做了。好，请部长再更强一点去要求了，好不好？我觉得政治团体还是应该要有一些约束的。对，好，谢谢部长，辛苦了。好，接下来请江启臣委员。好，江启臣委员不在哈。好，接下来请赵天麟委员。好，谢谢主席。我想请下叶部长。好，请部长。赵委员好。部长好。那个，蔡总统在520上任前的4月7号。那一天就是这个郑南榕先生他的这个殉道纪念日，那他去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他有再次的宣誓，他认为这个郑南榕先生的这个殉道整个促成了，也促进了台湾民主化的发展，捍卫了100%言论自由。那所以呢，政府就是未来他执政后，他会这个指定推动，让4月7号成为这个就是国定假日，只纪念不放假，好，然后就是言论自由日，在4月7号。那眼看着他上任到现在也已经将近半年，所以呢，我在这个地方待会也有个临时提案，
我想说这个既然是蔡总统已经对外正式宣誓，那现在的主管机关呢，它是这个纪念日与节日的这个实施办法，对，主管机关在内政部，所以我想请教您的态度，就是说能不能这个积极的在今年底以前就实践那个落实这个蔡总统的这个政见跟宣誓，然后让明年的四月七号蔡总再去参加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一个全国不分蓝绿然后他共同的去纪念，而且是值得纪念的一个言论自由捍卫的一个价值。对，谢谢委员确实是言论自由是的保障跟落实确实是台湾民主深化民主发展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骨干那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个贡献者那其实郑先生那以这样作为言论自由的这个纪念日纪念不放假这样的纪念日，他有非常崇高的非常崇高的精神所以我们应该是会配合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来修改我们这一个纪念日节日的这一个办法那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的话，我们按照这样子的一个程序那后来也在我们的这个内部程序完成，然后进一步报院，那应该这个方向应该是可以来推动。好，我个人是期许在今年底前，然后那待会临时提案的时候再看就贵部对于这个事情的期程上面你们有多大的自信。嗯，因为一瞬间这个四月七号又要到，对，那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值得展现新政府对于言论自由捍卫跟纪念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好，那第二个就是我想要跟你讨论的是这个新版的身份证的这件事情。那因为第七代的身份证已经换发届满十年了，超过，那是从民国94年12月，那至今已经超过十年。依照过去的惯例是每十年会改版一次，但这次或许是因为研议多卡合一，要推动晶片身份证，所以呢，它的时程整个就是慢下来了。那慢下来以后呢，这国发会它也一直在搜罗各种民意的意见。那这个民意意见本来我看你们的报告本来是都很正面的。里面包括说父母栏要不要取消，配偶栏要不要取消，都是持正面的。就后来因为媒体的报道可能聚焦在到底配偶栏取消会不会增加外遇这件事情，被单点呈现所以这个意见就逆转变成说大家就对于取消这个取消那个有很多的疑虑。那在这个地方当然这个是民意在搜罗的进行中，可是我会希望不要无限期延宕。第一个，我们身份证已经超过十年没有换了。第二个呢，我要提一下配偶栏这件事情，基本上在通奸罪还没有取消前，它确实还有一点点法益的意义在，法益保护的意义。即便已经有很多人认为这很落伍了，就是说你要判断你跟这个有感情的人，他是不是有夫之妇或有妇之夫，都还要拿他的身份证去检查他后面那个名字，基本上其实就已经是一件很多人认为相对落后的观念。可是至少在通奸罪还没有除罪化以前，我刚强调是还有法益的冲突的避免的意义在。好，所以就是说配偶栏的存在与否，我个人没有特别的意见因为通奸罪还没有解除，那有人就认为说我就是要有一个配偶栏来彰显身为配偶我的法益上的保护这是一种概念。而这又是你自己选择的，要结婚不结婚，要离婚不离婚，你要不要去触犯通奸罪，那你还是自己可以选择。我这边要谈的是父母栏的部分。父母栏会是现在所有的栏位里面是被选择的，被标签的，是最无辜又没有办法，他没有侵害到任何人的法益，可是他自己的利益被侵害。包括本席在内，我相信有很多的家庭他可能来自于单亲家庭，那单亲家庭里面他可能就会出现父不详或者母不详，那他如果再更家世不幸一点，他会变成双亲都不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又不是 他造成的，这是他从出生下来 就决定的命运，他已经必须自己去克服去努力。其实他们也并不觉得很悲情，他们也并不会真的觉得在社会上很糟糕，但是他们就是必须要更努力。所以有很多单亲妈妈他们也在推动，他们认为不应该被标签，不应该被决定，这是身份证，这不叫做身世证，我们不应该是个身世证明。而且我要强调配偶栏还有法益避免法益冲突的那么一点点意义，即便他已经相对落后了。父母栏他只剩下方便的意义，我看上去看那民意的展现，他只是说阿伯红边，我要展现说我是他儿子，我是他爸妈然后这个我做一些办一些行政手续上比较不便。
可是他却直接侵害了被决定的那个人的标签化，所以太多人一直不断的想要争取的就是父母栏把它取消掉。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想要请教的是说，因为你们也编列了蛮大一笔预算，就是4亿元的预算，对不对？就是在自然人凭证的这个强化。那是自然人凭证。对对 对，因为你们以后要把它可能要 combine 在一起，结合在一起嘛，对不对？那所以我就要谈的是说，你不要那个地方走得很快，这个地方因为民意有点不同的声音然后停下来。那我在我来看，我会认为配偶栏我还是在强调可能真的有一些不同的声音，特别通奸罪这个罪还在，可能代表国人对这件事情还是有他很强烈的重视。可父母栏真的，我认为那些意见里面，就是除了一些到底要不要插卡才知道爸妈是谁，证明他是他的小孩以外，那意义非常的小，可是他对人权的侵害非常的大。我想请教部长你的看法。我想对身份证哦，我们要了解到他现在这个变动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动，他不是过去纸本的延续，那其实现在是要改成晶片身份证。那这一个变动的结果不只是防伪或者是功能各方面都有不同的设计啊，那当然成本也会相对提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反映出了是一个实体的卡跟背后运用无穷的那一个网络空间。是，所以许多我们想要的资讯其实不一定要记载在本卡上面，它可以放在我们里面内涵，那只要是连接机器连接都能够呈现。所以那个本卡的部分，其实如果考量到刚才委员也提到某一些注记，那是过去的观念，对，过去纸本身份证时期的这个观念，因为它在运用的这个时机跟空间，它不是完全看我目测这个纸本上面写什么，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对于内容当然就可以配合比较单纯，而且它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一旦有任何变动，一旦有任何变动也不必一下子就马上要更改，何况它的成本还算是比较高的。所以刚才委员所讲的那个方向跟我们原来的研议，我们当然要做更好的社会沟通，不过方向上的确是如此。那至于推动的进度，确实也是考量到底它要整合的功能要达到什么程度，那这个面向我们倒是觉得说都要比较多一点跟社会沟通，比较不会有太多的太多的后遗症。那也在这样的基础之下，所以好像有一点比较晚一点，那但是我们情愿把它做好然后做得比较顺利。不过刚才委员所讲注记的这个方向上，我想刚才委员所关心的几个面向上也跟我们的原来的想法都是蛮接近的。好，其实先不挑战意识形态的观念，光是你讲的数位化的时代里面那个卡片本身上面长什么样子已经意义几乎是没有了。对，它其实关键还是进入到数位时代里面，你要放多少资讯其实都可以。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希望的是沟通可以进行，但是不要以沟通为名让决断力不见了，让这件事情无限的 delay。 好，那再来我想请教的是说，我们马上又要审住宅法了，当时我们委员会的决议是希望能够开公听会，那我们个别委员都已经开过公听会了，那到底营建署的公听会台风那延期了，还是什么时候开呢？昨天已经开了，我请开过了，是不是？好好，昨天已经跟那些业界代表大概都充分的沟通他们也提他们的构想，是，那我们会就他们的构想到时候在逐条讨论的时候顺便把它融入，看是怎么样的。好好好，因为我怕这样会影响到住宅法的审议，因为我们有决议到那几条之前要先照这个决议这个做到。OK， 那最后我想再请教部长这个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不一定要有结论，但是我先开了这个视窗，就是有很多的殡葬业者，他们也在这里陈请，譬如说以台北市的民权东路、新北市板桥附近的这个殡葬的殡仪馆附近，新竹、台中甚至高雄，主要都会去的地方，乡下比较没有，都会去的地方，它可能就会出现说，在原来的殡仪馆里面已经是大爆满。然后呢，我们的母法也其实松绑了，让礼厅灵堂可以另外处理，授权给县市政府来做指定核准。可是呢，实务上操作起来，县市政府可能就是基于怕社区的反弹，或者是他不敢贸然指定那个区域为殡葬设施，所以这四个字的殡葬设施，就把现在我们在民权东路上，或者在我刚刚讲的那其他地点，行之有年，大家非常习惯去使用，而变成了一个违法的存在，而且罚则很重。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有点掩耳盗铃，就是大家也觉得那个很不错，很有需要，而且他现在没有大体，没有骨灰，
也没有在那边进行任何的告别仪式，他只是就是在进行告别式之前，在那里有一个祭祀追思的行为。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要提醒，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可是不能够忽视它，要不然的话，政府存在的功能、立法院存在的功能就不存在啦，就任由它我无法解套了，好像就解决了。可是事实上，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这个事情还是民众很自然的使用，可是业者要承担所有的罚则。我想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再来深入讨论一下？对，也确实也感受到这个，确实有许多提出这一个问题，非常谢谢委员的提醒。我想我们应该来面对它。好，好，谢谢。好，接下来请尤美女委员。主席，还有在场的委员，以及说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午安，大家好。主席有事可以请我们的叶部长。好，请叶部长。委员好。叶部长好哈，叶部长辛苦了。今天呢，我看你们的这个业务报告哈，里面当然提到的非常多的啊，各种的业务。那其中呢，就是有关于本席呢，在这一次所提的这个解冻案、冻结案里面要求解冻。那当然了，我们是要求说要能够在这个土地征收的时候要办这个听证的这个，要把这个听证的办法的这个要点呢定出来。那当然呢，到目前为止，你们现在是正在努力中。好，我们当然也发现你们的起步很晚，好像到九月下旬才开始起步嘛。不是，从其实要严格讲起来，从我到内政部没多久就已经开始起步了， okay, 但是确实是需要很多努力。好，所以呢，那在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你们什么时候会出来这样的一个办法要办理要点？我们预计哈，我们预计这个十月底哈，十月底这些都会完备，十月底会出来哈。OK， 那这里呢就牵涉到了，就是说，好，这个办理这个听证啊，那办理这个听证，这个就是应该不限于只有土地征收嘛，对不对？对，会有很多的，不管土地开发什么等等，都会办理这种所谓的听证。那在这里呢，就是我想要请教的，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征收，好，土地的征收，要把它纳入听证的程序，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确实是。不管是土地的征收，不管是变更都市计划，不管是许多我们这个跟土地有关的内政部的一些审议哈，那确实跟人民的权益息息相关哈。那尤其是有一些它直接做成的结果哈，那本身就是个行政处分哈。那像这些业务哈，像这些业务，特别是需要注重到那个人民财产权哈，财产权的变更。那这个当然在程序面向上要做得更周延。好，所以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其实就是说，当这整个一个行政处分下去，它可能会影响到人民的这些的权利嘛，所以我们需要在前面去听听，就是说他们的各种声音，而且知道说他们到底哪些权利会去受损。那这里呢，当然就也牵涉到了，就是说在这个办这一次，在这个形成这个所谓的听证程序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在业界呢在学界大家一直在提到的，就是说好土地征收。那我们也看到说，其实监察院对于这个内政部的这个土地的征收，其实有纠正案，对不对？认为说很多的土地的征收，事实上都闲置在那里，因为土地征收一定是说我有它的必要性跟那公益性，而且呢，是因为我必须要有它的一个急迫，用这样的一个非常的手段去把人民的财产权把它剥夺，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的手段，所以它不能够腐烂。但是我们看到了，当然有很多可能是从威权时代就一直下来的，所以呢，动不动就说我今天这个要做一个什么，当然通常应该是要公共设施，可是又很多征收了以后就摆在那里。因此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对于这土地的征收，是不是内政部应该全面的去检讨，对不对？对于过去的有很多已经腐烂征收摆在那里没用的，是不是应该赶快把它整理检讨还给人民？然后呢，对于未来的这个土地的征收，是不是应该要更慎重？好，不是说动不动就我基于一个开发，然后就要土地征收，是不是可以？对啊，不管是征收前哈，征收前任的一个。开发计划对于土地征收的必要性、公益性都要详细的演绎。那甚至于到了审议，不管是
到了内政部这边的审议，或者是甚至于以后，这每一个现在都有机制啊，都有机制来处理。那只是说这些机制都要再进一步的强化，强化的部分包括了程序部分跟实体部分啊。那程序部分的话，听证其实只是当中啊正当程序里面的一个要素而已。那我们也认为说，处理这些程序强化的问题，听证很重要，但是不是只有单纯听证，这里面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的更进一步的公开，更进一步的活络分享，然后甚至于在不同的土地征收的它的议题生命周期里面，要尽快的把这观念灌注啊。所以许多部分是在原来设计的时候就应该事先思考，而不是等到最后审议的时候大家再来一个真正到时候再来听证就好像能解决问题。所以这方面的整体思考就是如同委员所关心的，我们是用整体生命流程的这个角度来面对土地征收的整个的强化，那包括必要性、公益性这一些实体的问题，以及听证、资讯公开、参与机制的活络这一些程序的面向，那几个面向同步去处理。那当然也包括了以前土地征收到底事后有没有确实的在运用这一些的整理机制，我想整体是这样子在看的。好，其实部长呢也讲到了一个重点，其实就是说今天不管你是要一个土地征收，那土地征收它可能是处理这所谓的公共的设施，或是说我们今天在土地征收条例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区段征收。那一说土地征收我是为了公共设施、公共建设，可是今天区段征收它通常就是所谓的经济开发，那这样的一个开发呢，它竟然可以去剥夺人民的这些的基本的这些的财产权，那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民间一直在呼吁的，是不是应该要把区段征收把它废止掉？那另外我们也看到说，不管是法国或是像说澳门，他们今天在一个重大的一个建设，譬如说他们要规划这填海造地，要建立一个新建设一个新的城市。那在这建设新的城市，他们在这个开始之前三年，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所谓的公民的参与。那在这公民的参与里面，他们会包括说对利害关系人还有公众的这些的参与。那利害关系人的参与呢，他们还会组织这种所谓的社工队去做家访，然后呢他们访问了2000多户，平均每一户各访问5次。那同时呢，他们去做公众参与的部分呢，他们会依照不同的对象，然后呢让他们以能够了解的这个方式呢去进行跟他们讨论沟通，那甚至呢可以让他们去带他们去参访，然后去看这个环境，然后希望让他们大家共同来讨论说我们希望一个更好的生活的环境是什么，然后进而大家去规划我们自己的这个城市。所以呢他们这里面还包括说去老人的这个团体啊，这个老人的安养院等等，然后带这些老人呢去看，去到去参啊，在参观展览。那另外也去学校去跟儿童谈，那在他们的公民课本里面啊，在社团的合作或者环境的教育里面，然后去跟他们谈这些说我们这整个一个城市的一个规划，它应该是怎么样。那甚至呢还用街头的艺术，让一般的民众他们都能够来参与。那甚至呢对公民团体还办了各种的公民的论坛，那甚至呢邀请各种的专家、保育啊、文字啊团体等等一起来参与。所以他们最后呢产出了重达4公斤的这样的一个报告出来，然后他们再把这些所有收集的这些意见、想法、音档都把它放进去，然后出版，所以让全民大家感觉到说，哎，我们要填海造了，我们希望有一个新的市政，那这新的市政是跟我们有关的，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参与的。那这样子呢，当他要开始进行的时候呢，事实上他会在这时候再去委托专业的公司，他自己还有他们自己来这个讨论，然后来做设出就依照他们这些来做规划。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当他们要开始进行的时候，就不会发生这些不断的抗争。我们以桃园塘工程来看好了，就前面没有人民的参与，结果到今天人民抗争那么久，我想那个都已经超过3年。所以呢，与其在后面让人民因为资讯的不足，发现说我家要被拆了，发现说为什么突然这里要被征收，然后大家呢抵死在那里不从抗议，倒不如在前面，其实呢，你更多的公民的参与，以各种的方式，不管座谈会，不管参访，不管各种的这个公听会啊、听证会啊、讨论会啊，甚至工作坊等等，然后来广收人民的意见的话，我想这样的一个阻挡会更小。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不管是土地征收要更慎重，区段征收是不是能够考量把它废止掉，
然后呢，对其他的这些的啊，就说我们当要去侵害到人民的这些的权利的时候，尤其像说把农地变成建地，然后呢，对人民这些的权利的这个侵害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它的公益性跟这个所谓的必要性要能够更慎重？委员刚才所提到的一些国外的经验，还是对于整个处理机制的那一种描绘跟想象哦，其实也是我心中很向往的，而且本来尽量要努力那样去做。那这样做背后隐含的一个前提，就是说我们这样做本身是可以强化原来那个机制，避免它被滥用，而且能够把它的好的精神彰显出来。如果用这样来看征收的必要性，甚至来看区段征收这个制度要不要废的话，恐怕问题不是废一个制度不废一个制度，而是这个制度怎么样做它才能够做得好。就如同刚才委员所描绘的那样的情境，区段征收如果我们尽量做到比例原则，不能够不用就不用，但是如果真正需要用的时候，刚才讲的那一些理想的情境的程序情境的描绘能够尽量赋予给它的话，那问题就不是区段征收要不要整个废掉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包括委员在内，我们许多有可以从这个方面来引导我们整个社会，把这套制度大家来形成一些共识，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这个议题上能够有比较好的方向。好，因为部长的这个观念其实也很先进，那我们也希望是说你这样以这样的一个先进的观念能够带领这整个一个团队，然后让我们不再用新品装旧酒，我们希望是说大家也能够新的思维翻转的思维能够在这一块好，这让人民不在自己的土地上流离失所。对，这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也请委员多多支持。好，谢谢。好，谢谢。我们现在请陈其迈委员质询。主席，各位同仁，请教一下部长，好，还有我们的警政署署长跟我们来两位，好，陈委员好，署长，这个部长好哈，我想请教一下哈，就是说，或者是我们这个警政署也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这几年呢，哈，因为今天的这个《镜周刊》的这个封面特别提到说有69位的这个台湾人啊，是被 IS 列为猎杀的一个对象啊。当然，这个新闻出来啊，舆情哗然啊。那大家第一个反应说，那到底有没有这69个名单啊？那名单里面有没有我啊？那当然，今天国安局也证实说，这份名单是2001年某一个会议的一些成员的一些。啊，包括他一些通讯资料了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那这份名单大概有一些资料是不是啊那么的真实啊？经过查证，国安局也查证过，我不晓得我们警政署第一时间掌握的状况怎么样。你警政署是什么时候那知道这个讯息啊？那掌握的状况如何？那有没有查证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名单，我们警政署有列为保护的对象，是不是可以谈一下警政署的一些作为？各位委员报告，那这份资料我们是同步由那个今天就是外交部的外管了、啊，哎，是英国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反恐指挥部传给在我们外管英国代表处得到的情资，这一部分情资以后他就传给各国安单位，哎，所以我们也同步在6月底就收到这个信息，嗯，这个信息以后我们有做查证，那国安局在昨天也发布新闻稿，今天可能在国防外交里面也有表示。那这些情资啊，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具体的危害的情资，嗯，所以我们的这个初步的调查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会用最高规格的，一敌从严、料敌从宽的方式啊，来继续收集情资，能够保障我们国人的安全，是吧？那什么叫高规格？我就要请教一下署长了。什么叫高规格？名单里面，啊，你既然知道名单是假的，那还有什么高规格？不是，我们还会国际合作。还会有这个所有的情治单位的国安单位能够，如果获得信息或者这个外管，那个署长请教，这69位的哈，我们警政署一拿到有没有去查核这些相关人士的背景？警政署有没有？有查过，有查过，查过，对，查过。那第一时间我们在6月的时候就已经判断说这个资料是旧资料，然后这个并没有任何
这个相关的这个具体的情资嘛。对，那你还有什么特别说要高规格呢？我是针对我看起来是普通规格，然后高规格，针对环孔这件事啊，我们很重视环孔这件事，我们很重视。嗯，对，所以你应该是答说我们一向都是高规格嘛，对不对？那我就要请教署长跟部长啦。我们这几年从这个下一张，我们从去年的二月这个 IS 在这个他的网站里面啊出示这一张攻击101着火的这个照片啊，到去年的十一月，奥巴马宣布啊，台湾是作为美国反恐的伙伴啊。那这一连串，我们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情资告诉我们说，我们台湾面临的这一个恐怖攻击的风险增加，有没有？这几年有没有？这个，那你们采取什么样的作为？首先跟委员报告，就是我们持续透过相关国家的这些情资的交换哈。那事实上，我们对中东地区的，我们都是采取人道援助跟急难救助，并没有参与战争。哦，那么在一份资料里面，经济跟和平研究所在104年11月发布的这个新全球恐怖主义的这个排名里面，我们162国家里面排名113，嗯，是相对安全的国家。嗯，所以我们不管行政院、国土办，不管是国安单位，我们都是会就我们自己所属的部分呢，会部长。那个还有署长，我请教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说我们这最近三年来，我们被恐怖攻击的风险有没有增加了？当然，它有外在的因素嘛，就是 IS 的一个活动程度嘛，对不对？啊，第二个是我们国内的我们的这一个整个情报的一个收集所显示的资料嘛，有没有嘛？有没有说我们遭受恐怖攻击的风险有没有增加了？简单讲是这样，这些信息不断的有，但是我们会提高警觉，这由国安会跟国安。但是你还是很抽象，我现在问你说，我要了解说我现在住的环境是比过去的环境来的安全嘛？所以我问几个例子好了啦，我看你这个很难回答。我们过去这个情报交换有52个，过去了哈，52个列为这个恐怖可能从事恐怖的活动的这个成员嘛，哈，有52个被禁管嘛，对不对？那我看媒体报载是增加到118个嘛，有没有这回事嘛？这禁管的部分要问移民署了，所以你也不清楚啊。他禁管你，这是报道有这个啊，他不用通报警察局都不知道。内政部，我们今天移民署没有来嘛，对不对？好，来，有没有来？哎，我看名单，这个我要跟主席借两分钟，因为名单没有移民署。来，署长，哦，这一张，好，来，好，抱歉，来。有没有国安局有给我们那个恐怖分子的名单？有没有现在成员大概有多少个？你不用告诉我具体数字啦，有没有超过100个啦？有。有没有200个啦？差不多。所以从52个增加到200个，好，那这个代表什么意义？因为我们情报在收集啊，那个人还是会继续增加，表示我们情报收集的很多很广啊。那有没有说恐怖分子的活动比以前积极啊，成员越来越多啊，所以人数多啊，有没有这样？但是这些人都没有到我们的国境线上来。好，那我们一年好，这个入境之后，或者是在我们的海关、我们移民关里头，发现说恐怖者遣返了，一年大概几个？那个在、去年几个好了，你告诉我去年啊。那个恐怖，你不用紧张啦，几个啦？不是国安局给我们的，是我们跟各国合作的那个名单里面，一年有20个，20个哦，啊，以前10个拒绝入境都没有给他，以前大概10几个，你现在20个，那所以恐怖分子来台湾活动的这个几率增加一倍嘛，我讲这样有没有错？那个大部分列管的名单来看，大部分都是过境的，都没有要说要到台湾来。所以呢，假如要过境的话，我们要准许他过境吗？啊，会给他过境，我们会给恐怖分子啊，我们会通报下一站会。会，好啊，我们会攻坚。所以20个里头，入境失败的有几个？没有，都没有。对，那过去去年是大概20个啊，前年大概几个？那平均大概多少人？这个没有统计，没有统计。所以我们台湾是不是照你的逻辑，这个恐怖分子进来，好，我们有没有采取相当的作为，还是就是让他顺利转机离开？那其他再通报当国说有。这个疑似恐怖分子的这个名单，我们有列管。对，对，这个是不是国际标准的针对这一些啊这个恐怖分子活动的一个标准作业程序？是不是？目前我们的作业 SOP 就这样定的，没有错嘛。好，
那我再请教啊，这一个我们现在了哈，从你们那么多的一个资料库里头啊，印尼的劳工啊，因为这一个外国人是每年的一个居留的人数大概750,000人啊，那64万是所谓的外劳，印尼的劳工大概21万，我不是特别指称是印尼的劳工了哈，就是说我们现在进来的这些外劳里头，被我们怀疑说他是恐怖分子的啊，或者是说曾经参加 IS 活动的，或者是说他在印尼官方转移给我们台湾要特别注意的，有没有类似这种资料？有没有？国安局有给我们这样的名单？有啊，所以一年外劳进来，以外劳这个名义进来的啊，这个所谓可能涉及到 IS 组织的成员，不管是支持者、成员或者是赞助者，这个一年大概几个？那个以目前是个位数，个位数，所以每年都有，持续都有。目前掌握的，以到今年为主是个位数。好，那我们掌握的状况，我们知道说这个他名单有可能是怀疑他参与 IS 活动，那我们处理的作为是什么？我们有秘密去那一个叫做访视。访视。啊，这个没有拒绝他，以国安为理由，这个不能拒绝他入境。已经他的当外劳已经进来了。对，那一发现出他 IS 的成员，就是监控而已。监控，对。监控，啊，就没有其他作为。就是这样，他也没有在台湾里面违法。啊，所以呢？所以基于国家安全，这个部分我们都没有办法处理嘛。等他，我们还是就在这几个，然后你再花一个人去监控他吗？等他出去以后，我们就管住入境了。等他出去以后，你等他犯案以后，你怎么处理啊？对不对啊？这个谁要负责？我们国安单位都有掌握到。你怎么？你移民署你怎么知道国安单位要掌握你的关？你的关门？你的关门哎你啊！不，那个署长，里面我们有专勤队有去访视。哦，专勤队有去访视。哦啊，所以你们的判断说啊，他大概这个可能资讯是假的。不是。我們所以就不再說不再处理，有这样的倾向。那个部长，我建议啦，这个因为我为什么问这些问题，就是说现在的恐攻的形态跟过去不同嘛。过去是这种大规模的这种自杀式的这种攻击啊、哦，那现在你看全世界各种这个恐攻的一个样态，它逐渐改为所谓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所谓孤狼式的一个攻击嘛。所以每个人，他事实上他所采取的这些恐攻的一个手段已经跟过去截然不同，那这个会变成说在整个人员的一个管制里头，包括这些外国人也好，或甚至说本国人被 IS 吸收也好，这个变成人员的一个管制，是未来我们在恐怖攻击防治行动里头一个相当重要的嘛。所以你还是针对人的这个部分，你要必须你刚刚这个部署长一开始讲的，要提高这个我们防治恐怖攻击的这个行动的一个强度嘛。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现在南进政策开放了很多这个类似这种，不管是观光客或者是这些外籍旅客，随之而来了哈。当然这个风险不高了哈，但是可能的一个从刚刚几个数字这样来看，我们被恐攻的风险似乎有增高的一个趋势嘛。对，从列管的人员或者是遣送的人员哦，闯关的人员，你从这些数字来看，事实上这个是有某种程度的一个风险在。所以我认为啦哈，就这个部分，假如说一查核在安全有疑虑的情况之下，哦，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的治安机关必须采取，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这个移民署，我们必须采取一些强制的一些作为啦。哦，你不管说在查核、访谈，或者是有任何的这个，你必须调查清楚之后，该遣送的你就是应该把它遣送回去嘛，才能够确保国内的整个一个安全环境。尤其哦，明年的世代马上要举行，哦，这个包括这些被恐攻的一些热点的一个，我们包括国土安全办公室的一个防治，那以及哦，我们面对这些个别式的这个，他可能是观光客，他可能是外劳，他可能是其他方式的这种方式的这个进行这种孤狼式的攻击，那我拜托我们这个内政部啊，必须就这个部分好好的做一个通盘的一个检讨。委员，我当然提的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哈。那现在确实是各个国家了哈，各尤其是民主国家，面对全球的可能的恐怖攻击，都应该提高警觉了哈。这是确实是大方向。那现在也是从各国现在处理的方式，都不断的在提高预警的程度。
所以刚才您问到说，那是不是人数增加了啊？那当然会增加，因为它列管的敏感度增加了，所以它当然会增加。那我们也当然不能让我们国人哈、哦、就没有必要的恐慌了哈、哦。这个列管增加，但是表示我们整个把那个防卫的深度加深了。哦、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已经知道的可能的情资要怎么样去做，还是要注意到正当程序了。好、哦，因为这也是国际上很重要关切的议题，但是确实是必须有相当强的警觉。那这也是我们在努力的重点了哈。针对这些反恐的合作了，你不是说只有看到跟这些欧美国家这些的一个合作了哈？你包括我们邻近的这些国家，包括菲律宾、印尼、泰国、越南等等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这个部分恐怕警政署或者是我们相关的治安机关这个部分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啊。以上，谢谢，好。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洪总议员质询。不是吗？好，主席哈，各位同仁哈，请我们的消防署李署长。好，请李署长。洪委好。署长好。部长辛苦了哈，我想哦，这一阵子的台风哈，包括说我们的叶部长啊，还有我们消防署哈，都全力的投入我们全国的这个风灾哦。那我想哦，在这边向我们全国的消防人员哦，致上最高的敬意了哈。好，谢谢。那署长，我想哦，有一则哈发生在我地方的状况哈，那我跟你分享一下哈，在那个8月24号的时候哈，就在我的住的地方了哈。我是住在彰化县的二林镇哈，有一个二林镇的消防员哈，他接获那个民众的报案嘛，然后就是在他们住家那边有蛇，然后他就被派去抓蛇，然后不小心被蛇咬了，结果他因为这只蛇是有毒的啦，结果他就痛失食指的两个指头，这则新闻你知道吗？知道，知道。那我想哈。包括说抓蛇跟抓蜜蜂这样的业务哈，其实我们怎么样去做，去跟其他的业务单位来做区隔？那跟委员报告哈，我们大概有跟农委会哈一起来，就是说看督促地方的农政单位哈能够建立一个24小时啊在受理或处理这样子的一个动物救援的案件了哈。那目前大概全国有15个县市哈，大概农政单位跟消防单位有谈一些分工了。那像有一部分县市是就蜜蜂就狗跟猫大概原则上大概都由农政单位来处理了。那蜜蜂跟蛇的部分只有一两个县市是由农政单位来委托有一些义消。那个署长有没有谈成？跟农业单位有没有谈成？就是在谈那狗跟猫谈成了，蜜蜂跟蛇有一部分这个还没有谈嘿。还没谈，因为大家那个帮我放一下资料哈，就是那个最近消防署哈，一个统计啦哈。那我想哦，在这个哈，这个是本席哈最近去找的啦哈，包括说有被蛇咬到的啦，包括说也有被蜜蜂叮到哈，叮到嘴唇变成香肠嘴，包括说比较近的9月29号而已哈，就是万华台北市万华有一个那个瓦斯引爆哦，有那个一时。还有吴景霄的受伤啦，我想哦，这个对我们消防员来讲哈，都是一个非常听到这样的消息，都觉得心情非常的沉痛了哈。那我想大概我列了9个了哈。啊，其实哈，因为找了这些资料之后哈，我也跟我们就是有一个叫做消防员，消防员工作权利促进会的这个单位，你知道吗？知道。啊，你有没有跟他们谈过？没有跟他们谈，我们有在他们在来行政院申请，我们有接见，有跟他做有接见嘛？哈，对。那你们谈的程度，谈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那个署长，我想哦，那个本期在上个会期就有跟你问过了嘛？哈，这个人员的补足，你们是预计在106年可以完成嘛？是不是这样子？107嘛？哈，对。那你们有没有考虑到退休人力之后？你们还必须还要再补？我们目前补到107年，那个是把
退离人力都补进去，因为我们在缺1600多嘛。那我想啊，这个权力促进会给本席的信息哈，他们是觉得这样做不够了，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他们的声音呐、啊？你刚好跟共轨，还是跟这样子坐下来，大家谈清楚。有没有？不是，他们要的人更多，他们更多对他们要的人是当然更多嘛，对不对？好、哦，再来就是哈、哦，另外哈、哦，像每一个县市的状况不一样嘛，因为我想我们消防署除了是全国最高的那个消防指挥单位、最高的主管机关之外，其实各县市政府哈、哦，他们有编列裁员的这个权利嘛，所以他们对消防的掌控也是非常的强嘛。那我想哦，那个这个促进会也是跟本席反映了。包括说每一个县市也有一休一上班的嘛，啊也有两个上班一休的嘛，就是有一休勤一休一嘛，有勤二休一的嘛，啊这是全国各县市不一样的状况嘛。那我们全国的消防员他在每一个县市所遇到的这种状况不一样，他们这个权益促进会也希望说我们消防署这边可以帮他们出力呢，那你认为可不可行？人力的部分要中央跟地方一起的，因为那个预算跟法规是说这个地方去看勤务去调配，所以有一部分勤一休一啊，有一部分勤二休一。那勤二休一，所以那个署长你讲的答案刚好、哦，我也是这样子来回答我们的权力促进会了。是就他说，那我们跟消防署署长反映就没有用了啦。是，你要不要答复一下？啊，没有，这个人力是这样，大家共同要来努力的哈。那因为这个预算的原额要县市长来。把它编列了，那我们中央当然是负责说我们扩充我们容训量，把这个人很快的训练给他。其实我会讲这个第二个部分，就是勤务的部分各个县市不一样嘛，包括勤一休一勤二休一，这是县市政府他们自己去决定啊。对 对, 對，但是决定出来之后他会让全国的消防员认为权力不一样了，所以他们才期待说我们消防署我们最高的这个消防单位哈，可以让各县市做一下统合，不要让各个地方政府有不一样的差别待遇啦。我想他们会反映的第二点应该是这样子。那另外一点哦，就是刚刚本席跟你讲到了啦，就是那个业务的专责啦。业务的专责，你刚刚已经有讲嘛？其实本席上个会期跟你问的时候，你有说可以跟那个农业单位哈来做沟通嘛，对不对？但是目前有多少个农业单位？有这样子把这些工作做区隔，包括说那个捕蛇，包括说捕蜜蜂，这种不属于消防的专业工作的，他们有做区隔开吗？有哪一些县市已经这样子做区隔了？跟宏伟报告，现在就是因为这个，这个也不是农委，是地方的农政单位要跟当地的消防单位谈，那我们找农委会说，请农委会协助我们，他们跟地方农政单位谈，那我们再跟地方的消防单位谈。那目前有15个县市，大家有谈到某种程度了，那我们会做一些观摩交流，像有些桃园，它有一些，农政单位把那个抓蜜蜂抓蛇也委托给一个义消的，捕蜂抓蛇工作大队，他把它那边到农政单位，就是有一些好的做法，我们会大家来分享来学习的，本席希望说哈，你们可以把这一些状况哈，让各县市来了解了哈。是。也希望说让各县市的农业单位哈，尽量来做哈，我们消防员不应该做的工作了。这是我们目标。好，我想哦，这个权力促进会他应该是这样子来处理哈。好，那个署长，谢谢。好，谢谢。那接下来啊，我请那个我们警政署的陈署长哈。好，请陈署长。洪委员，那个署长也是发生在彰化县的。我觉得我们彰化县真的有一些状况蛮特殊的，在那个9月22号的时候，我们那个彰化的刑警他去逮捕嫌犯的时候，遇到土制炸弹爆炸这件事，你知不知道？这个很危险的。所以那时候那个带队的那个长官他就骂那个嫌犯说：“你是要炸死我们吗？”这个媒体里面有写了。对，其实署长，我想哦，以这种嫌犯有带这个土制炸弹来讲，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啊。那我们的员警要怎么去面对？别那个案子，这个案子就是在附近爆炸，没有炸到我们同仁的，没有，但是幸好没有炸到嘞。对，如果炸到的话，我想署长你也很头痛啊。我们同仁经过训练，在执行这种勤务的时候，他们都会有警觉性，会小心面对。
其实我觉得署长这样不够了、欸。你讲安尼哦，我感觉安尼实在无够。那你我要多增加什么样的设备？那还是说要去逮捕之前的情资，我们可以先期的掌握。我、哦、这个嫌犯可能火力很强大，他除了枪之外，可能还有什么炸弹，可能也有手榴弹，对不对？这样子让我们的情资可以先掌握的话，才可以让我们的员警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嘛。通常在侦办刑案的时候，他们都会有情资的、啊、有情资以后，他们还要经过申请搜索票的程序的、啊、所以他们会做比较好的防范，就是怕突然遭遇的、啊、遭遇就是路上的临检盘查的时候碰到这种状况，那这种状况就是我们通常要去注意到这个有警觉性的、啊。像这一件就是突然的状况嘛，刚好那个带队的长官本席也很熟啊，我看到报纸啊，惊一个讲啊，我的好朋友家在啊，无安怎？所以我觉得啊，那个署长，其实本席想讲的就是说，我们除了在这样的情资收集啦，包括说设备有没有可能提升？我想我们的设备就是既有的装备，我们有这个防弹衣，还有防弹盾。防弹衣可以防止这个土制炸弹爆炸。当然不行，但是不行嘛。一般的遭遇的状况就是我们有防弹，要攻坚的时候有防弹盾牌、防弹头盔，还有防弹衣。防弹衣还有特别需要的是野战型的，就是针对维安特勤警力或者是霹雳小组。特殊小组警力的时候，更有更好的一个设备。那如果有黄豹的话，他请那个刑事局啊，政府大队，他有一个黄豹的这个专职队伍。署长，我想、啊、不管是我们警察人员还是消防人员，都一样了，非常的辛苦哈、哦。所以本席还是希望说，你们两位长官哈、哦，在我们的人员执勤的时候，一定要叮咛他们特别注意安全。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庄瑞雄委员质询。主席，各位委员哈，还有我们在场的媒体朋友，我请我们内政部部长啦，哎，请部长，营建署署长，徐署长，谢谢。保定阿哥书定哈，我今天要来就教一个问题了。我上一次啊，我记得本席在关心一个就是梅花鹿的一个问题了。哦，我喺昆甸公园啊，哦，遐足济梅花鹿啊，你书定你就知。我甲伊讲，人别个梅花鹿人拢会当邀观光客来，啊，我那个梅花鹿啊会弄车，啊会咬人，啊会去食迄个农作物。啊！我顶阵我也跟你讲过啊，我讲啊这边哪处理？本席去看了今年我们营建署啊啊，你们跟你们所属的税出机关的这个预算表啊，保育援救计划经费，书记你给我的，你给你编我的。今年的预算是吧？对啊，大概就是还是在这个需要这个维修的部分啊，对了，你的编偌济？大概多少？这个可能研究的部分呐、啊，嗯，你那个手忙脚乱，那2600吧，对哦，对，梅花鹿的部分哦，你要给编偌济是吧？处长，你不给编偌济？跟委员报告啊，因为梅花鹿它是在整个生态系的研究里头，哇，什么你要讲啥？大概问东你答西，一两百万左右。什么一两百万？白纸黑字嘞？嗯，我报完嘞。其中因为有一些部分是在有关防治的部分的、啊，重点来啊！是，你两个头拢来啊！我给你问你的部长，这做官哦，对老百姓哦，承诺哦，那个要有责任呐、啊。部长，你看左边那个，署长看一下，处长你嘛看一下，来，奈良啊，你捌去过无？有哦，也都在起梅花鹿了。奈良公园那才千几只尔啦，游客去啊！你看这多友善的一个环境啊！啊，白白梅花鹿，日本的梅花鹿谁知道呢？咱嘛该谁知道赶快呢？啊，又遐侪人客来，大家去啊是啊，都痛噶！啊，我让你看台湾的来，你看这台湾的定看到吗？这个处长你最清楚啊！梅花鹿动不动跑出来，是到马路上去嘛？我的招拖话定拄了，这处丢你两定看到啦。上次啊，本席就在这个地方就讲过了，是，都要出丢立波来，瓜
讲罗兰潭哦，这处长你知嘛吼？恁咧富裕一大堆梅花鹿，创一个有空无顺的，一竿人咧上落去养鹿迄个树啊，啊一个树啊拢死掉了。满洲乡火龙果也是梅花鹿肆虐，这处长你都知道嘛，对不对吼？这你拢知嘛，处长？好，你知道，安尼处长你起来，你知道。你顶住底下给我答应哎，你讲只要是我们公家机关，这算我们养的吧？哎、欸，对，啊，算了，哎、欸，你别给搞，你去边啊，嗯、你去边啊，处长，那个署长我们养的哦，部长，你有话对不对？我都没问你啊，也不是，是算是，不是，都要几分讲讲，是，这边变不是，对了，是的，啊，是的，是的点点，哦，是的点点，我要请教这个大法律家啦，部长。咱国家饲的物件，去人咬着人，去人咬人农作物，造成这样的一个损害，国家要不要赔？刚刚讲到是不是？哦，买，你买买，国家这要不要赔？我刚刚讲到还是要讲一下，否则的话没有标准，要论述一下了。那个，刚才讲到这是确实是保育啦，哦，你刚刚讲到那个奈良那一些跟我们的梅花鹿。我们梅花鹿其实从台湾早期梅花鹿到处都有，一直到后来濒临绝种，然后再来开始有一些保育计划，啊，慢慢富裕计划，然后慢慢的，现在那我就要打断你了。现在你可以说它是，如果说保育到最后变成泛滥跟肆虐，造成民众的一个损害，你可继续搞保育的哟，它不是保育的动物嘞。那这个当然是任何我们野生动物的保育的面临的共同课题。其实这种例子不是只有在台湾，我想全世界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了。是啊，你不能讲说全世界都有啊，但问题是我们造成的损害，全世界处理方式不同啊。因为我们的方式当然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处理方法了哦。我们看到国外的经验里面，包括说怎么去做绝育。好、哦，怎么去做区域的划定？现在另外几个课题，那个我没意见，我的看法甚至都跟你一样。我要问的是，书长，你顶住啊，给他答应讲，只要国家养的，我们就富裕的、保育的，出去损害到民众的农作物、民众的设施，人到了庭院，梅花鹿你也能走入去？啊，你像鹿也要人咬，那囡仔在遐咧行，梅花鹿他以为他是企鹅，也养剁脚葱，这个怪啦！我说造成这么明显的一个损害，书长你顶住甲讲国家要共赔。我问你，到现在我们国家有没有因为梅花鹿去肆虐，不管对民众或者说造成了农作物的灾损或人的损害，有没有赔过一毛？一毛就好，有没有？目前是没有了。没有的，对不对？所以我跟你弄青菜公公的呢？不是我们。上次是说严可以严厉这一方面哈，对啊，你严厉在哪里？自己的计划在哪里？麦克阿公起来。对，那个大概我跟庄委员报告啊，我们今年就是我们梅花鹿的研究是持续每年都在做。那今年的研究重点报告，一个是农损，你麦达工研究，一个是那个损害，你有什么具体方案？这个对民众来讲是最立即我想得到的东西嘛。我想农损的部分因为涉及野生动物整体的农损赔偿制度的问题，我想这个是属于整体制度的这个检视啊。所以你们叫做摆烂？不是，我们要先确认。你书丢掉了，他带人呢？书丢你给别人。我们在研究这个，要确认他是不是。你先先卡来，书丢起来。你顶住了，给他讲，只要损害就是要赔偿，还算不算数？没有，上次是的，是说我上次跟这次嘞，他们的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议题相同。我只是拿出来追踪，那同样的事情一再发生，这对吗？这对吗？这个部分我也请垦管处，就是刘处长他们去研究说，我们是说严厉嘛。那这个就好像说你自己的宠物去咬到人，也是一样要赔一样 的道理嘛。不叫严厉，是基于这样子的处定同理的。你大边啊，迄个是大法律的教授，咱甲人国家去甲人无中生有出来动物出来。保护了不好，去共生一堆，去共咬人的农作物，去共咬着人，去农啊，去甲人弄车，造成民众的损害，这很明显嘛。你至少你说不赔人家，那你的防范措施到底是什么嘛？我想、那個，我跟你讲个回尾枪嘞，问题这么简单。我想委员，我们讨论一下了哈，讨论。哦，时间要搞，不要跟你讨论，你搞答案得，我不爱跟你讨论。
你警察讲要共赔，今晚要跟我讨论，哦，我要打折哦。没有啦，那个他说赔应该是有一定的脉络，但是我来跟委员说明一下，一般我们国家赔偿哦，不是公权力行使有故意或过失，就是公有公共设施管理或设置有欠缺啦哦。那是不是梅花鹿本身我们的这个整个政策，那推动的结果，我们的公务机关有故意或过失，这个部分要讨论就很复杂了哈。那另外，如果把梅花鹿讨论破你呀，把讨论出来都很复杂。如果要当成公有公共设施了哈，那这个可能是比较牵强一点。所以问题不在赔偿这一个课题，而是怎么样能够把它做好管制，做好防护。不对，不对，李许伟龙老师，你讲这个不对。然后我跟你讲了，这个就是造成民众的一个损害了，和老百姓何苦？我种农产品在那个地方，为什么我要你公家机关给我养个梅花鹿？问到龙州我的假料料，我的龙湾的开车绿灯，造几架梅花鹿出来，搞弄掉。我今天你要去投，你也去养它。就我明确的事情嘛，就讨论用了哈。我不会跟你讨论的，就讨论赔偿了，讨论。举一个例子了哈，美国国家公园重新引进野狼，哦，野狼已经快要绝种了，他后来重新引进野狼，但是美国家公园里面野狼的攻击人的不通分，不通，那个奥比利原则了。梅花鹿被你咬到，我都受不了了。你要给我养野狼来咬人，来咬农作物。美国的例子了哈，啊，所以讲未通啊。所以要比照原因的话，我够白条要问的哦。你们时间刚拖到了吼，那个书定顶抓你有给他答应了，还算不算数？我上次答应说延役嘛，哈，什么叫延役？延役赔偿，你顶住！哎呦，我等下放到领导一听，你要修理，你顶住不是安尼讲，你搁即马搁乌白甲讲。我跟你讲，这个问题要解决。是啊，我们延役赔偿啊，对啊。延役赔偿啊，延役朝这个方向啊，原则上是朝这个方向。你们有没有开过任何一次会啊？你跟我讲啊。最近也跟那个，我跟你讲，我最讨厌官员在那边讲完以后，好像真的不当一回事，这不对。不会的，我们做官没生啊，呢供出来遵守。基本上我们有几个专家学者，包括平哥大，还有中山大学等几个有兽医的，有那个野生动物管理的，我们一起会讨论的。你们敢讨论，你们挖得了，就是爱讲白了，这简单了，这个还有什么讲的？法律责任这么明确了，还讲？跟委员报告，我们那个这今年度的委办案里头哈，正在针对农损部分做进一步的分析，没再跟他分析。编预算，何处长，咱讲一句实在，这部长我安尼讲较歹势啦吼，这确实的有影都，我唔免去校哦，你教哦，我干那拢卖读，我都知影这爱共背啦，这也得去演绎吗？处长，你讲这，你讲这要有囡仔听你啦，很困难，没有错，但问题，如果没有公权力这样的一个去护育的行为，很肯定半岛不会多出那么多的梅花鹿。那你们没有一个管制的一个措施，无你嘛讲像拄啊部长讲的，看要来个节育，还是咱要安怎创，加创一大片啊，让伊去走，卖定要走伊路来，还是拢咧无人食哦，啊拢要食人个农作物尔。这处长啊，甲处长，我真的很严肃哦。下次如果再没有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演绎出一个对当地著名的一个赔偿的一个方式，我以后都不会跟你支持。我跟你讲，委员，那我讲一段话好不好？算是好，来你讲。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不是单纯赔多少的问题。啊、很严重的，不出力啊、哦。但是不是单纯赔多少的问题？我们觉得哦，这件事情哦，真是非常严重的牵涉到人跟动物的关系。我们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动物？动物它有各种不同的本性，各种不同它的不一样的状况，我们不能什么事都要动物配合人，那我们人时常也要配合一下动物。我嘛较谦虚诶，我嘛动物，我跟我配合梅花鹿嘞。嗯。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有梅花鹿问题，我们还有台湾猕猴，我们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我们跟动物怎么相处这件事情本身。不是只有啦，不是只有单纯政府赔偿。那种学术去啊，我们还要赔了对啦，你别讲那多啦。好，我们还要养企鹅啊，去养兄弟，你怎么那理由砍一堆啊？给他砍学术，啊，要爬草找几个大学来研议。好了，给他们稍微做一点机会研议啦，好不好？哈，处理我跟你讲真的哦，真正哦，你这顶桌有给他答应，
这个我在地的原住居民，他真的也有所期待，人家也真的受了伤害。我们当为政府的一个官员，讲出来任何一句话，都是在负责。我的计较，你们要解方案出来，赶紧把弄走。跟立委报告哈，我们有族群控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协助农民做围网，避免农作物的损害，这是第二个。那其他的部分，其实刚刚讲，我们在确认到底野生动物的位阶，这样专案报告要报到行政院。那因为它就是不是像台湾猕猴一样，它是农损的赔偿制度，但是一个总体的野生动物的制度的一部分。庄委员，我们在研究，你们就积极跟他沟通。哈，林家哦，你有弄一堆啦。你啊，薪水做官就是解决问题，就这么简单。啊，不然下次我就绝对袂瘾甲你支持后人安尼吼，拢嘛你顶座甲我讲爱赔，你即摆甲我讲免赔。没有，不是说。好了，谢谢。你顶座你就甲我讲爱赔啊，你莫即摆讲免赔。那个距离下次省预算还有，还有好几天哦，赶快便宜啊。你们让这个动物生气起来，会去撞人。好，我们接下来周成秀霞委员，周成秀霞委员，周成秀霞委员不在，简东明委员，简东明委员，简东委员不在，我们接下来请 Class 委员咨询。主席有请部长。哎，请部长。Class 委员好。部长辛苦了。我们的国家中华民国台湾，因为中国很无理霸权的打压，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参加很多国际组织。从我们日前想要争取 ICAO 国际民航组织受挫，那么到现在呢，我们知道我们还想要继续争取来可以参加这个 Interpol 国际刑警组织。那您作为中华民国台湾的内政部长，您能不能正式的表达，甚至对国际社会说明，就是台湾到底应不应该参加 Interpol 国际刑警组织，并且加入之后对台湾的警政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帮助跟影响？台湾不只应该有权加入国际刑警组织，而且也有那样子的一个国际义务，能够分享分享国际的这个治安的一些经验跟一些做法。那甚至于对国际大家不管是在反恐或者是在国际治安的相互连结上做出贡献。所以其实加入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除了外交部之外，内政部能不能在年底之前也应该多多针对台湾参加 Interpol 的正当性，还有参加 Interpol 对台湾实际的协助应该有多少，对外多加的宣传或说明，甚至于多多的在公开场合表达要强烈争取加入 Interpol 的立场，你是不是认同？我非常认同，而且尤其是最近不管是表现在 Interpol 或是 ICAO 这个部分，都是国际上比较愿意去捐弃一些主权的成见，那能够促成国际合作的重大的领域。那 Interpol 当然也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领域，国际非常安全也是。所以就国际刑警的这一个议题而言，我想我们对国际社会呼吁，甚至于很明确的表达，那我们台湾愿意参加，而且愿意提供我们的经验跟做连结，我想这个是应该是很明确，而且希望国际社会能够了解。好，希望内政部也可以同时跟外交部一起携手合作。另外，今天稍早在卫环委员会，对于周休二日发生非常激烈的口角跟肢体冲突，不知道今天上午是不是也提醒了您休假它的重要性。其实我在4月23号的时候有临时提案，那个时候您还没有来。那当时我就要求内政部在一个月之内要提出原住民族可以在岁时祭仪的时候放假的要求。我的要求是要求内政部来研议修正现行的纪念日及节日实施办法的第4条第6款，有关原住民族岁时祭仪可以放假的日数。因为现在的规定原民只能在丰年祭的时候放一天，但是在4月23号的时候，我就请内政部来研议，让原民有权利跟汉人一样，岁时祭仪放假3天。也就是说，你们过年放3天，那我们的过年也应该要可以放3天。结果一直到6月20号的时候，足足过了2个月的时候，你们来了一个报告，
这份报告是你们整合了大家的意见。我们看劳动部说回给你们说，内政部怎么决定我就怎么决定，尊重内政部的决定。行政院综合业务处对原民过年能不能丰年祭能不能放假三天说审慎斟酌。人事行政总处说可以，但是要考量各族的情况。国发会说考量雇主的意愿跟原民学生的学习。交通部没有意见，文化部表示赞同，只要提出配套。法务部没有意见，财政部没有意见，经济部说要去请原民会来妥善来因应。全序部说政策性的事宜尊重本部的业管权责，教育部说合宜，原民会当然说乐观其成。但是内政部在解读那么多部会的来文之后，你们的结论我也稍微摘要。如何在维护原民的传统文化保存跟就益权益之间取得平衡，有待审慎思考。那我不晓得是我们对中文的理解有怎么样的出入，但是我个人会觉得这内政部的结论是非常保守的。那您是不是不认同原民有参加祭典的权利呢？绝对是尊重的，甚至于用什么方式能尽量能够促成，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那所以会看到后面提到这样的一个平衡，确实也了解到现在哈，按照我们的规定是春节三天是全国一致的，大家都放，不管是不是原住民，春节三天都放。当然这里面就是说变成没有特别去关注到原住民他本身的这个节庆祭典的这个需求。所以在这里如果增加的话，在这个基础之上增加，增加现在也是一样，岁时祭典增加三天的话，那当然我们考量的也许是过多保护性的考量也说不定，但是考量到的确实是说这样子容易造成雇主在雇用原住民的时候确实可能会有一些疑虑，那如果这个部分能够解决，那当然是乐观其成。不过我们终究在这个议题上还是要多尊重一下原住民本身的意见，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那确实在这样的一个尊重文化跟那个就业的权益之间确实能够得到一个圆满的一个平衡的话，那其实内政部的态度是开放的。因为从今天上午卫环委员会的反应，你会看到放假这件事情可大可小，它可以小到长久以来被这个国家忽略，它也可能大到会形成政治的风暴。如果我中整各部会今天的立场，我个人会主观的认为，很多人觉得没意见，很多人甚至觉得明白的表达赞成。那我希望，当然有些人有一些疑虑，例如说，你们原民到底是哪几天可以放假？你们又有十六族啊，到底是要放哪几天？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原民赶快去找你们的原民会搞清楚。但是我认为有一些部会对原民的无知，就会出现一些离谱的意见。那我会希望说，内政部至少有能力可以辨识，因为原民能不能在祭典回家，主管机关毕竟还是内政部。例如我刚刚说的，原民的放假日到底有没有统一？当然，原民会早在2010年的时候，每一年都在网站上公布十六族。例如我是阿美族，我可以放哪几天？我上网查一下，我就知道我今年如果跟我的老板请假，我只能请这几天。好，所以我想这一些细节，我希望说内政部可以好好的来处理。所以我再清楚的问您一次，您愿不愿意来修正纪念日及节日实施办法？我刚才那一种比较基于保护性的那一个思考，就是说这样会不会反而影响的一般雇主雇用原住民的意愿这一个顾虑，那也许有人会认为你这个顾虑没有必要，也许。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确实是很认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必须很现实的这样思考。那如果说这一个顾虑本身，那原住民族经过相当清楚的考量，那也认为说没有问题。那我觉得我们的态度是开放的。那至于刚才所提到的，其实十六族它的时间不一样，确实我看到那个表一排出来，确实是各个那个族其实状况并不是一样。这个其实一直都不是问题，但是那可能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当然，只是技术性的问题，所以我可以跟委员说明，真的最关心的是这一个问题，也请委员多多在这方面给我们一些。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文化权因为汉政府的无知
然后强硬的剥夺了我们这个回家参加祭典的权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这个部长哦，在今年之内还是可以有具体积极的作为，因为已经非常久了。好，那另外在这一次内政部寻求解冻的几笔预算当中，有一笔哦户政业务被冻结2000万，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去年有委员对于到底流向国外或是中国的白领人口到底有多少，要求你们要改善哦这个海外中华民国国民的户政资料来清查人数，认为才可以解冻。不过呢，你们的解冻报告说海外的人才有多少，那是国发会的这个这个工作，好，所以去问国发会。好，那你说这一笔钱编了1亿多是要改善这个系统应用软体的维护，包括24小时的机房管理，户政人员每天用的电脑，哈，那这个有一些软硬体的续约服务，包括7000多个工作站、26个服务伺服器的病毒码要更新等等，都要钱啊，等等的这些细节，希望委员可以解冻，因为很重要。但是这笔钱在我看来是给公务员用的，不是给人民用的。那要解冻的话，我可以坦白跟部长说，我是有疑虑的。因为在这一套电脑资讯软硬体系统里面设计的再怎么友善，是对公务员友善，给公务员方便，可是户政事务所里面的公务员很会用这一套对他很友善的软硬体的电脑系统，面对活生生的人民的时候，他是不是很友善？我在这里其实有提过很多次，编那么多钱协助户政事务所的人员让电脑好用，结果原住民会觉得很难用。我举一个例子，左边这一个原住民，他汉姓本姓李，过去10年被花莲县封滨乡公所刁难，没有办法改名字，因为第一线的户政人员对原名的命名系统非常的无知。终于细节不讲了，时间有限，那他改名了马洛古纳斯，跟我一样并列马洛古纳斯，但是他结婚了，他的太太当然因为他的先生改名了嘛，太太的配偶栏当然也要改名，可是你看他的太太的配偶栏配偶没有办法并列到下面的罗马字马洛古纳斯。好，这个对你们来说是很小的事情，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因为被这个国家要求用汉人各位使用看得懂的汉字，导致我们不能用罗马字。所以有没有可能这一套系统既然想要解冻，也不过就是一些空间的调整，是不是有可能在这一次哦有效的改善？不然如果我有另外一半，我的配偶他的身份证他就放不下我的完整的名字，这是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我想方向上尽量就是罗马拼音跟汉语这个都能够并列，然后也尊重原住民的这一种啊这种原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啊一个语言。但是他在身份证上的那个栏位哦，还是有它空间上的限制。我记得这个好像是三十个字元还是多少？不是这样，那个印在上面是那个部长，你再看一下。其实这个都有改过，以前我们的身份证也放不下这么6-7个字，马洛古纳斯或者我的古纳斯一点有打卡7个字，所以我现在讲的就是一个软体的设计，或是整个软硬体你们的这个设计有没有可能，你只要多了那么一点空间，多了0.5公分，就不会让原住民觉得自己被内政部歧视，不会被这个国家僵硬的系统歧视。我想国家所委员，我想还是要提醒说，以后身份证哦，我们用晶片身份证，所以大家并不是把所有的焦点放在这一张卡上面写什么，而其实很多资讯是放在啊、哦，我们是放在网络里面。那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下，也许那个空间哈、哦，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会出现什么？也许就比较有可能了哈、哦。很快，最后一个哈、哦。这个问题为什么有问题？我们看下一章。如果我的名字没有办法并列罗马字，我每一次搭飞机，我就会看见我的名字是这样。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为什么我要忍耐大家叫我有打卡古拉？所以我们就连带以后航空公司的也要连带也要配合。对、哦，所以我说有没有可能在这一波我们的整个软体的系统，包括身份证的设计，
其实在我们整个晶片化之后，那或晶片化之前，有没有可能先做适度的改善？我觉得晶片化之后，对于实体本卡的部分，那空间的部分，也许就比较容易让我们去处理委员所提的这一些。不过我觉得纸本是一个很简单的印刷技术，应该可以去考虑。我现实的状况，当然，如果问说电脑上单纯去做栏位，这个本身是当然不是什么多伟大的技术问题了，但是表现在这个纸卡上面有限的空间哦，有限的空间的时候的状况。那现在假设说，我们方向都尽量能够啊搭配罗马跟汉语的双并列的话，也许这个方向是可以去努力的。对，我想其实它是一个设计的问题啦。一别可不可以拿到出生地的后面呢？举例来说，这么小的一个问题。我想我不是一个 designer， 你们可以设计吧。一别两个字可不可以拿到出生地的后面？晶片不知道还要在什么时候才对。晶片上那个时候是绝对容易处理，只是说现在牵涉到成本。你现在如果说现在要去改这个版型的话，我们还是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一下。但是未来现在本来就即将转入晶片身份证嘛，那在未来的处理上，我觉得郭老师所提的这一些议题应该是比较容易去达成，所以现在没办法解决就对了。因为我们在做一点成本效益的思考，把那个字缩小也可以啊，就是如果栏位都不要改。我时间大家都已经到了，但是因为转型正义喊得震天炸响哦，这种这么小的细节里面，那个我们原住民的每一位民众都有这种强烈的感受的话，要积极去。吉令是那个哈，吉令是再来要转，我们就现有的部分哦，我们更努力来想想看有没有办法能够处理。那个部长，我跟你讲哈，像我一样回复原住民的名字的人，你不要说人很少，这样至少两万多个人，你们户政司都有资料，两万多个原住民没有理由要忍受这一些。谢谢。好，那我们一起来协助这种。好，我们来。它是很简单成本的问题。我们来努力做一下哈。好，接下来是邱志伟，邱志委员不在，我们先请姚文志委员咨询。好，各位先进，我想请部长了哈。那延续刚刚 Glass 那个问题好了，叶部长，好吧，也请是司长是不是？对，司长麻烦一下。来，部长。来，司长，哎，来。好，今天当然辛苦了，我是最后一个质询了哈。好，没关系。到现在为止了，当然我听了部长也很多的答复哈。不过我想借这个机会啊，这个政治真的是解决民众的问题啊，尤其这个新总统小英。他在很多不同的场合，他不断来讲说，这个新的政府是解决问题的政府，那就我认为这个 Glass 的身份证，或者是 Glass 大的这些字更长的这个身份证的问题的解决，不能等晶片，因为你如果在这个委员会就知道，我们晶片已经讨论五年了，到其实也没有了。那这个问题，来，我问一下司长啊。委员好。这问题一定要用电脑打字吗？跟委员报告一下啊，现在我们本身列印在国民身份证上，如果是原住民的姓名，它本来就是中文跟罗马拼音都可以并列，中文最多可以列印16个字，那个罗马拼音可以列印20个字，超过的部分我们就用手写。你为了两万多人，或者未来啊？像我要叫巴苏亚瑶啊，我另外一个原住民名字啊，我要在旁边注记啊，哦，搞不好我们下两个礼拜我们来通过这样的法令，大家可以取一个自己的别号，你做得到啊？报告委员，现在以目前为止两万人了、两万多人，坦白讲，哪怕手写啊，毫芒雕刻啦。就毫芒的那些写在鸡蛋上面了，都做得到吧？报告委员，我们现在就是超过的部分就用手写上去。那有什么问题？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在跟古拉斯委员确认说，他是不是因为那个配偶栏的部分的姓名的问题？那很简单，那你刚刚就应该回答说，那我们专程来替你
替你看怎么写。是，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跟古拉斯委员这边要用这样名称的人感觉到尊严嘛？哦，或者你也可以进一步宣导，像那样的航空公司，哦，怎么样来处理嘛？我们在这个时代了，为什么让数位啊，让这个零与一的世界来绑架我们？我们在运用它，对不对？而不是说我们在寄望另一个晶片嘛？哦，我觉得我特别提醒部长了。其实、哦、我跟你讲很有道理了哈。我觉得这个事情，一方面有一些是沟通的部分，有一些我们来努力了。部长，我建议你啊，我建议你，其实你们新政府你上任四个多月了，好，大家都在检讨，哎，这个政府现在做的怎么样？坦白讲，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不要再延议了，不要像梅花鹿一样啊，立刻就解决了。梅花鹿，庄瑞雄走掉了。好的啊，奈良的梅花鹿为什么不会去咬人？为什么不会去吃农作物？为什么不会去吃？你知道奈良旁边都是住家公园，对不对？为什么奈良的梅花鹿不会去吃别的东西？委员要让野生的哈、哦、变成是所谓家畜哈、哦，或者是我们的宠物，或者是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我没有要把它变成家畜了，我是要告诉你，对了，所以你问说为什么它不会咬人，那是一个过程，奈良的当然是一个过程，对不对？是一个过程，对不对？恐怕将近千年来，它就是慢慢形成。我们不能强制梅花鹿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梅花鹿吃草饼。我没有要你强制梅花鹿做什么，但是梅花鹿去吃了，你把它搞成国家赔偿的问题，你当然要严议啊，你开始要讨论人跟鹿的关系，鹿跟鹿的关系，鹿跟农作的关系，鹿跟土地的关系，我的天哪、啊、那农民他的农损马上就一规矩减一掌剩一掌啊，小孩子被咬一口就算一口啊，怎么处理？怎么处理？等你再演绎那么多种种的法律关系，好，还把国家的角色、人跟自然保育，哇，通通灌进去，我跟你讲，过十年嘛，没得赔，是不是？但是你有没有办法用一种变通的方式？好，其实农民只需要你政府，你给他，好讲是赔偿啦，他就是损失，你怎么样把它补回去嘛？我当然是开玩笑讲那个鹿饼啊。如果那个鹿饼是奈良鹿的货币啊，你就赔很多的饲料，赔很多的鹿饼，去让它折换金钱也可以啊。你也可以帮忙当地的这个农民啊，处理一些怎么样让农作啊跟这个鹿隔开，很多东西处理啦。那现在就要加强做围网，加强做族群控制这一些啦，喂喂喂，那个是政策方向，我觉得往那里走比较。围网换不到钱啦，好，我刚刚暗示那个鹿的货币，你们去解决嘛，你让不要赔偿的名义，大家不要拘泥上面，而去解决问题。而且你已经答应人家了，这个署长还在看手机，署长你敢答应？啊，你敢答应？啊，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政府就是应该这样的哈。那个坦白讲，刚刚讲这个恐怖攻击的事情，很多的配套其实也是一样啊。这个部长，我想要请问你了哈，你认为哈？因为我看到你这个过去我质询。所有的内政部长，他们都觉得说内政部包山包海了，啊，那我觉得你归纳你的人跟地跟制度，对，这是你的管辖，你这个领导的范围啊，我觉得这样非常清楚，啊，这个非常好，啊，其实我眼睛为之一亮，但是我同样要问你啊，因为我看了今年的预算，我认为跟过去差别并不大，啊，那你的人。你的地、你的制度，啊，你认为哪些是你未来这你担任这个部长你最亮眼的，那个跟过去不同的，讲一件就好了。牵涉到你的预算，牵涉到你的，就说你我你讲的人、地、制度，它其实要变成
你的政策或者是法律，一方面是变成你的预算怎么样执行嘛，对不对？这两个，一个是法律，一个是钱。部长，你觉得你会觉得你最亮眼、最能达到目标是什么？我认为最亮眼的事情，并不见得都是要靠庞大的预算来达成。这是我对施政的一个很重要的思考。OK， 那是什么？那所以我认为，我好好的把跟人跟地有关的程序机制建立起来，这是对我们现在活络的公民社会，以及台湾面临各种不同的风险跟机会的时候，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套制度。不要抽象，有没有具体的？具体就是建立我们大家可以公民审议的听证制度，表现在我们土地的审议方面，然后能够让我们的公民能够大家有一种情操，这种情操就是对于相互资源配置冲突的事情能够理性的思辨。好，这也算一个了哈，这我可以接受，但是坦白讲哈，这是浩瀚的长河啊，这是台湾民主浩瀚的长河啊。但至于你任内，好，假使我们以四年来看好了哈，不是一年半载，四年，好，那你的这个八年二十万户，但是我看到我曾经提醒过你，我其实看到第一你的预算变动不大，社会住宅，好，那你用了。这个准备会有八万户是包租代管，包租代管，对啊，但是其实我还没有看到你整个租屋的法案有任何的调整啊，这个送到立法院来，好，在这方面我们在研议租赁专法了哈，租赁的专法还没有看到，对啊，那其实说每个月有10000元税金的补贴，好，其实外界也都不看好，今天的苹果日报啊，再来就是说。这个新建，啊，容积奖励新建的社会住宅，啊，要有12万户，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啊，部长，那既没有看到预算，那外界现在目前的评价，或者是法案也还没有看到，部长，你觉得未来要怎么样？你大概多久的时间会处理这些问题？我想刚提到社会住宅，也是我们认为不管从人。啊，或者是地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政策，我们努力推动。但是我刚才也提到说，这些并不是都表现在预算多，它才会执行的好。那我们从财务的这个结构去看呢，那这一次用的方式跟以前不一样，我们跟以前推动国民住宅的那个方式不一样。所以现在为什么那么努力的推住宅法？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财务机制之下，重新来拟定了。时间的关系，我最后一句话了。其实我也几次提过哈，这个我宣传我的修法的方向了哈。这个都更条例真的大刀阔斧啊，把它拆成两部法案啊，然后建立机制，纳入民间的资金啊，因为你其实不需要编的太多的预算。啊，但是我记得你早上有回答说你也主张设立专责的机构，对，那公办都更的方向，那但是这个会期虽然没有列为优先法案，但是我隐约感觉到我们还是在那个旧的酱缸里面在修了哈。前一任的内政部长说2300年的进度呢会减掉100多年，这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哦。我借这个机会。哦，为什么我希望部长啊能够提出亮眼的政策？大刀阔斧啊！其实日本在推出这个都市再生法的时候啊，小泉首相直接兼这个部长，首相兼这个部长啊，直接去处理啊。台湾应该要这么做了啦。好，没有时间了，我们再聊啊。谢谢委员，再跟委员请教。好，谢谢。接下来赖世葆委员不在，我们请吴其明委员质询。主席，我请我们警政署署长部长辛苦了一天了。哦，请陈署长。副委好，署长好，署长，针对讲吼过去吼，真侪吼，咱的吼
因为用枪时机哈，啊，真侪被判刑，啊，嘛有真侪哈是因为罚金的问题，好，所以讲哈，我举个例子哈，在咱桃园的恶性警员哈，以及刑事局哈，咱的李姓干员，还有涂姓小队长，哈，因为哈赔偿金额哈将近要千万，啊，所以讲拄到真侪警员哈，伊用枪哈时机的问题，啊，真侪哈拄到。不管通缉犯、毒品、药犯，他们要开枪，真的大家都会去想，因为毕竟大家拢有囡仔心碎，每一个人的生气拢是敢那靠伊这份心碎，所以有真侪咱来自咱的地方，真侪基层的警察用枪时机，大家都会犹豫，真侪人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这种情形下，咱的治安要安怎来推动？但是我嘛知影讲，署长你真用心。你阁包括讲吼，伫咱的伤残以及咱的方的照护基金吼，因讲吼，你会当讲吼做了真好，这是基层大家拢对你非常的肯定。但是咱伫未来，咱要安怎来解决讲，因为用枪的问题，是不是讲，咱会当讲比照讲，伊一个手枪，一个警棍，但是你讲近距离你警棍，你根本派不上用场，是不是讲伫这个部分，咱会当讲吼？比照讲，咱的警察伊的用枪时机内底，还佫有一条就是咱的电击枪。伫这个电击枪，我相信讲伫国外美国遐嘛拢咧使用。好，即个当讲，好伊会当两种选择，一种电击枪袂去危害着讲性命安全，好会当做后子，啊一种就是有黑油的手枪。所以伫这个部分，署长你的看法？是，多谢。委员的关心哈，跟委员报告就是讲，咱原计在用枪的时阵，咱八月初四，咱有定一个警察人的用枪规范，规范比我们警戒使用条例规定的更清楚，希望他们能够在一些实际的判断，大胆的使用枪械，什么状况之下不要使用。那委员讲，铁工这边会致命性的装备，那最近我有去做研究，有迄个所有的教官、所有环境代表来做研究，其实我。不一定要开枪，也当达到目的。譬如说呢，我们在临检盘查的时候，车辆不停。以前开枪高速它也不会停下来。但是我们现在变成有一个警棍了。警棍是每一个同仁随身携带，它有一个破窗器，从四个角落一打，玻璃就破，就可以把它牵制逮捕，就不用再去开枪。开枪会伤及无辜，所以会致命性武器是我们在研究，我们有一个专业小组在研究。另外就是说，刚提到说。瓦斯喷雾器或者是电击枪的部分也都在研议，这个部分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是社会会担心说，我们是不是会用这个瓦斯喷雾器去对付民众？所以以前我们立法院在审议的时候有特别强调，聚众活动不可以用。但是个别，如果你能用瓦斯喷雾器、黄狼喷雾器之类的，能够制服、瘫痪对方，你就不用去其他的这个强制力，这样能够达到目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的警棍加尾盖破窗器，再加上那个喷雾器，加上电击枪的部分，我们都在研议。师长，因为伫近距离哈，伫咱的手枪甲警棍，伊的差距太过大，啊，你中间你要取得中间哈，啊平衡哈，好咱的警员哈，因为当讲给一层的保障，啊，好伊嘛干嘛讲，用枪，要是又用枪不当，佮造成社会压力，造成伊本身伊的困扰、伊的压力，啊，所以讲伫这个部分，这是来自咱的基层警员，真侪人甲我反映，是讲哦，伫这个部分，因为伫美国在咧使用啊，是毋是讲伫咱警政署遮会当赶紧落去做研议，吼，这个速度一定要紧。是，多谢委员的要求，我已经有做研议、有讨论、有一个专案小组在研究了哈，所以我已经有先。要采购迄个尾盖破窗器、迄个警棍哈，还有我们已经采购20000多支，直接发给我们线上的第一线同仁来使用。这是近期大概年底会完成了哈，年底会完成。那另外刚刚讲到非致命性的装备的话，我们在研议，都已经有一个结论出来。那希望能够尽快取得大家的支持，我们来使用。另外就是我们民警如果因公涉讼，我们现在有一个经由总会啊成立一个因公涉讼基金哈。包括刚刚你提到的那几个案例，包括桃园业绩的案子，我们都聘请最好的律师，然后给他出一点经费，然后希望能够
他的这个诉讼能得到公平的判决。后来我们也请检察总长提出非常上诉啊，那这是法院的判决部分，我们还是要尊重法院。那这个严谨诉讼所造成的心理压力，包括他的民事，我们会关切，我们一个基金来照顾他。另外就是医疗跟照护基金的部分，我们也在持续在做。那全国大概有282位需要的，那我们在一个月内会花到他们这个不管医疗或照护的这个部分会花给他们。没说到在这个部分哈，你做了真好。这个部分哈，基层的真侪咱的民警拢对你都很肯定，这个代表讲哈，你有用心来咧推动，啊来照顾到咱的基层的民警，这点哈。哦，我伫只本身甲你肯定，好、哦，好，阿司长，安尼请你进会，好、哦，啊，我请咱的消防署署长，来，请我们署长。哎，吴员好，嗨。好，署长，署长，我请教你哈、哦，咱即马哈，咱的哈消防人员哈，伊的配置哈，都是严重不足。是是是、哦，包括咱过去哈、哦，1900多个，伫顶一个会议哈、哦，我嘛咧要求，即个人员的配置一定要赶紧补充，因为来自人真侪咱的基层的消防人员哈、哦，哦，咱的配额严重的不足，即马目前嘛还阁1600多个，对，哦，是虾米时阵要甲补充？我们到107年会把缺额还有退离的人力都把它补足，嘿。107年，对，再两年，对，两年能补足1600多个。哎，对，我们再补到2000多，总共补2000多个，包括有一部分退休的，啊、退休的嘛，对对对对对。啊、哦，那有没有问题？哎，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在扩充我们的荣训量，嘿，啊没哈，对，我们本来700多个人，我们会每一年将来的训练那个容量会到1300多个人，好，等要加一倍，会加一倍。安尼针对讲哦，这个吼人员的缺额这个部分哈，一定要赶紧吼来甲补充哈。是好，谢谢委员关心。啊，搁一点，最近哈，包括伫咱的顶一个会议哈，我嘛咧提出，伫咱的吼消防人员哈，消防人员哈，伊的工作量太过庞大，啊，因为真侪唔是伊的专业，包括讲哦，伫咱的彰化这洪姓哦，咱的消防员是是是去哦。咱的眼镜蛇咬到，吼、哦，爱截肢，吼、哦，因为这有真侪案例，包括讲吼，咱的消防，包括去做啥物，去做掠蜂、掠鸟，伊这应该归类在动保处的地方，是安那拢吼，全部拢爱咱消防去搭涵盖，伫这个部分，是毋是？部长，伫这个部分，不要紧，你坐倒。是不是讲吼，伫这部分会当邀请相关单位吼、哦、来厘清，和咱的消防的往消防专业去拍火救灾，真侪灾难拢是爱消防啊！啊，你讲像这是动保处的工课，归类伫咱消防，这真的有点不合理啊，司长。是，谢谢委员。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对对，因为我们当然救灾是要专责化啊，那一部分事实上，因为他打119，所以119就受理嘛，那所以当然，因为动物的这个笼政单位，他没有24小时受理处理的能力嘛，所以我们就是跟农委会，然后跟地方政府谈，就是说这一部分他们要规划一个24小时可以受理处理的机制啊。那目前有15个县市哈，已经谈妥一部分了，那陆续还在谈。那我们会协同农委会哈，怎么样来协助地方的消防单位跟农政单位，怎么样做个比较好的沟通？那我们会做一些分享哈，比较沟通比较好的县市做一些分享。那我们希望在最短时间之内哦，把这个非消防的业务怎么样子让农政单位能够来处理，然后建立一个24小时可以受理跟处理的一个机制嘿。因为这个农政单位他们的人员专业都要去培训啦、啊。是是是、哦，不能说一味的跟他靠咱的消防人员啦、啊。没有错。哦，你这个部分一定要坚持。是是、哦，没问题嘿，没问题。哦，你身为一个署长，你都要讲去体系到咱下面的消防人员。是是是是。哦，再来，本身有看到讲吼，咱106年吼、哦、要编制咱的消防的迄个方的装备，好、哦，伫这个部分。包括我们的义消的装备，是我们那个106跟110年那个是义消，纯粹是义消的一个忠诚计划，嘿。那装备吧，啊、哦。对对对对对。对，训练跟装备。包含训练了，训练装备都有，嘿。训练装备都有了。对对对。
哦，因为吼，毕竟来自基层吼，真侪人的反应。哦，咱的消防署这边嘛是爱来顾着吼，咱的基层哦，消防以及义消人员啊。是。好，市长，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好，谢谢。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所有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者外，其余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将启程林俊宪中嘉宾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单位另以书面答复。本日会议委员所提质询未及答复部分，亦请另以书面答复。跟委员会报告，我们待会处理的流程呢，就是先处理这个四件临时提案，然后完了之后呢，与解冻案无关的行政官员可以先离席，然后呢，我们就会再来讨论105年度内政部及营建署等单位预算冻结项目计19案，而其中相对比较单纯的报告事项第3案至第6案，我们处理完之后休息5分钟，然后把后面的10几案我们再坐在这边协商来处理。这样好吗？好，可以的话，我们现在来处理。